绝世武魂，作者洛城东，第3961章吞噬。下一刻，陈峰便是看到那神器碎片化作一个如同硕大毛毛虫一般的银色家伙落在地上，然后向前蠕动，而它蠕动的方向竟是陷于高文的尸体所在位置。不，准确说来应该是。陈峰陡然眉头一挑，他发现了这神器碎片的真正目的，竟然是那一双此时落于地面之上的巨大战锤。神器碎片懒洋洋地蠕动到了那对战锤旁边，而后身子一张，竟是直接将这对战锤包裹在了其中。这一刻他的身体拉到了极致，就如同一张散发着浅淡光芒的银色水波一样，不过却是将那一对战锤给包裹的一丝气息都透不出来。梅无暇等人都是满脸好奇，这家伙在干什么？还没等陈峰说话，那对战锤竟是传出了两声如同惨叫一般的动静。陈峰知道那对战锤的气灵此时只怕已经泯灭，而他们则是在背。陈峰缓缓吐出两个字，吞噬。吞噬？他竟然在吞噬这对战锤吗？梅无暇瞪大了眼睛，脸上露出震撼之色。他也算博学多识，但却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而陈峰此时心中则是有一个念头升起，原来这神器碎片不光是我之前想的那一个作用，它不仅仅是能够为神兵提升等级，而且竟然还能吞噬一些高等级的武器。这战锤等级达到了三品神兵身边，虽然远不如天级白龙枪，但也不可小觑。此时神器碎片之上传来一阵阵非常欢愉的气息，陈峰了然，我估计应该是神兵等级越高他便越喜欢吞噬，想来对于他来说乃是难得的美味吧。看着大快朵颐的神器碎片，陈峰目光闪动了一下，轻轻吁了口气，我之前猜测的果然没错，估计这两个铜锤极有可能乃是陨落之雷神战锤的另外两个碎片啊，所以神器碎片才会表现出这么巨大的兴趣。这个吞噬的过程相当缓慢，陈峰等人都不得不在旁边等着，足足等了4个5个时辰。一直到第二天天色破晓，晨光熹微之时，那神器碎片方才一下子淡了起来，横在空中。而此时两柄青铜战锤已经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准确来说大部分消失了，原地只剩下一些残渣。陈峰看到那神器碎片之上和之前相比已经是变了一些模样，之前是如同水银一般又带着点透明，现在则是多了几分厚重的青铜之色，而且上面也是多了一些繁复的纹理。陈峰松了口气，这祖宗终于算是吞噬完了。接着这神器碎片便是趴到了那天极白龙枪之上，归于无形。陈峰微微一笑，心念一动，天级白龙枪化作腰带回到腰间，但是陈峰却总感觉有些不大对劲。他又是将那天极白龙枪拿了出来，仔细端详之后却是大惊失色。陈峰惊呼道，怎会如此？梅无暇等人赶紧过来，纷纷问道，陈峰大哥怎么了？陈峰指着手中的天级白龙枪沉声道，我的这天级白龙枪此时竟然已经跌落回二品神兵了。原来此时陈峰骤然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之前觉得奇怪，因为这天级白龙枪之上气势已经是大跌，根本不是之前的四品神兵，而是变成了现在的二品神兵了。陈峰整个都呆住了，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面前这光芒暗淡的天级白龙枪，失声喊道，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下一刻当陈峰感觉到那天极白龙枪之上，不，准确说来应该是那神器碎片之上传来的一股极为懒散的气息的时候，却立刻是明白了。这个时候那神器碎片懒洋洋地从天级白龙枪之上滚了下来，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又回到了天级白龙枪之上，气息便直接消失。但是天级白龙枪的气息依旧是如刚才那么微弱，就好像神器碎片的威力似乎根本没渗透进来一样。于是陈峰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嘴角露出一抹苦笑，指了指那神器碎片，对着梅无暇说道，你看这家伙像不像一个人吃饱喝足了
然后就要睡觉。梅无暇捂着嘴笑道，你这一说还真是像啊。陈峰苦笑道，那可就要苦了我了，我现在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应该是这家伙吞噬了这对等级不低的青铜战锤之后对他大有增补，但却也因此而陷入了休眠之中。他现在无法为我的天级白龙枪提升等级了，也就意味着，陈峰摊了摊手，我的一张最大的底牌废掉了，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梅无暇等人也是相视苦笑，这件事对神器碎片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陈峰来说可就不那么好了。陈峰无法可想，只好将天级白龙枪收好，带着众人离去。就是这里了。陈峰轻轻吁了口气，身形陡然之间止住，指着面前缓缓说道。梅无暇等人都是走了过来。此时陈峰等人所处的位置乃是一片巨大的乱石荒原，这里乃是进入到高亮之山深处之后常见的一种地形。高亮之山深处也是广袤无边，到处都是高耸的山脉，干涸的河流也有着像是这种一座大山被削掉尖顶一样的平原。这已经是陈峰等人从仙鱼高文那里离开三天之后了。这三天以来，陈峰根据仙鱼高文提供的信息线索，一直都是在寻找着朝歌天子城众人的踪迹，这三天都是未曾停歇，而现在他则是停住了脚步。陈峰脸上有着风尘仆仆之色，眉宇之间都是带着一丝疲倦，哪怕是实力强大如他，连着三天不停的寻找也是有些心力交瘁。此时陈峰所停留的位置面前赫然竟是一片硕大的裂缝，这一片区域之中足足有着几十个巨大的缝隙，这些裂缝错综复杂，如同蜘蛛网一般交织在一起。本章完，第3962章，找到入口。每道裂缝长足有数千米，宽度则是只有几十米，并不怎么宽，但是深度却是吓人。陈峰站在旁边向下看去，只觉一眼都望不到尽头，根本都看不见底，只是能够隐隐约约在那底部看到一丝闪烁明灭的红色光芒。梅无暇来到陈峰旁边，往下看了一眼，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吐了吐舌头，带着一丝小儿女姿态，这感觉真像是小时候听说的那地狱呢，就好像此处直通那地狱深处。陈峰莞尔一笑，通没通往地狱深处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通向咱们的目的地。通向？他轻声说道，那朝歌天子城众人的所在啊。接着众人便是在这片区域之中寻找了起来。很快乌林寒便是有所收获，大声喊道，陈峰你过来看。众人赶紧来到那条裂缝旁边，这条裂缝在边角之处颇不起眼，也比别的裂缝要小了不少，而在这条裂缝的旁边那座山石之上则是有一处清晰的掌痕。陈峰击掌道，没错，就是这里了，陷于高文在此处留下一个标记。看来，他指着这处裂缝说道，通过这处裂缝一路向下，便是能够找到朝歌天子城众人的踪迹。当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陈峰也是非常震惊，原来陷于高文告诉他，朝歌天子城中人已经不在高亮之山了，或者准确来说已经是不在高亮之山的地表了，而是通过这些不知深入地底多么深的地下裂缝，一路向着那高亮之山核心之处的正下方缓缓而去。陈峰一开始听到之后也是震惊莫名，但很快他便是发现这才是最有道理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由此他判定出陷于高文绝对没有说谎。要知道那从天空中砸下来的可是一块星辰碎片，何等巨大的力量，这大地表面也根本承受不住啊，所以说那星辰碎片最有可能就是已经砸入那地底深处了，而陷于高文也是证实了这一点。原来那星辰碎片坠落之后直接便是斜斜地砸进了那地底深处，并且引起了那片区域的整个坍塌，无数山川崩碎，直接将那星辰碎片砸出来的通道给堵得严严实实，根本就无法在那里深入地下。因此想要找到那星辰碎片就只有一个法子，通过那些由于星辰碎片撞击高亮之山而出现的无数巨大缝隙以及随之而形成的地下通道，从地下进入那里。
由此才可以找到那星辰碎片所在的核心区域。早在数月之前，朝歌天子城众人就是已经来到了这里，并且已经是发现了这一点。所以说，早在数月之前，他们就已经顺着这些地下通道向那里推进了。而为了追踪朝歌天子城众人，先于高文这也是寻到了一条隐蔽通道。不过他并未太过深入，只是确定能通往目的地之后，便做了记号回来了。而根据先于高文的说法，在地下通道之中其实也是极为的危险，用危机遍布四个字来形容都有些不够。这一切还是来源于那星辰碎片。星辰碎片撞击到高亮之山之后，都能够让外围的那些妖兽变异，实力变得无比强大，那么更别说他们的核心之处了。越是接近核心之处的妖兽便越是强大。而最重要的一点则是，这星辰碎片对于这些妖兽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它的力量使得它们进行变异，而离它越近，甚至能够进入到这星辰碎片内部的话，那么对这些变异妖兽有极大的好处，所以它们都是疯狂地涌向这星辰碎片所在之处，这乃是本能。因此每一条通道之中都有可能存在着为数众多且力量非常强大的变异妖兽，朝歌天子城众人就是一点一点地杀过去，一点一点地向那边推进。不过他们毕竟已经在这待了这么久了，根据先于高文的估计，他们最多最多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应该也快要逼近那核心之处了。陈峰此时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既急迫感，他毫不犹豫带着众人一直向下落去。这裂缝越是向下便越是难以通行，越是向下，众人便是感觉温度越是炎热，连那空气之中都是带着一丝硫磺的味道。不过还好，众人都是高等级武者，倒也并不惧怕这个。而一路之上，这崖壁上还不断的有着各种妖兽进行攻击，不过都被陈峰顺手给解决了。这道裂缝比想象中的还要深一些，众人向下缓缓飘落了差不多一个时辰的时间，陈峰估计起码已经深入到地底深处10万米了。陈峰终于看到下面有着一道红光闪过，随着一道岩浆喷射而出，众人躲过，他们也是看到了这裂缝的底部。此时在他们身下数百米就是这裂缝的地步，而这裂缝之中则是有着岩浆汹涌，如同一条河流一般在咆哮流动着，但是在岩浆河流中部却是有着一道凸起如山梁一般的存在，可供众人落脚。陈峰四下看了看，接着嘴角露出一抹笑意，果然我猜的没错。陈峰早就知道这道裂缝下面不可能只是岩浆，如果这道裂缝下面全是岩浆的话，那么根本就无法深入。确实岩浆并不能给陈峰带来多大的伤害，但是想要在这无尽的岩浆之中找到一条通道，也无异于是痴人说梦。陈峰相信先于高文不会这么蠢，所以这条裂缝下面一定不只是岩浆，一定有一条通道。果然陈峰猜对了，众人落到那石梁之上，然后便是看到这熔岩河流汹涌奔腾的尽头，也就是在缝隙的尽头，则是有着一个硕大的洞口，那洞口之中红光闪烁，也不知道里面有着什么。陈峰四处看了看，便是缓声道，那洞口的方向正是通往高亮之山核心之处的方向，看来这条路并没有错。本章完，第3963章，暂时分别。陈峰话音刚落，忽然从那通道之中有着一阵阵疯狂而又暴力的妖兽吼叫之声响起，只是开始的时候先是一声，后面则是此起彼伏无数的妖兽吼叫声同时炸裂一般响起，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声浪从那缝隙之中轰然涌出，甚至将这熔岩河流都掀起一阵大浪。众人都是脸色一变，虽然只是闻其声未见其物，但是这疯狂的咆哮声之中已经能够感觉出一丝这里面妖兽的端倪。陈峰面色凝重，刚才在这吼叫之中我至少能够听出数十头三四星妖帝的声音，这就意味着光是这条裂缝里面只怕就有着为数不少的妖兽强者，前路漫漫，更是不知有多少妖兽在等待着咱们。陈峰忽然心中有了决断，看向众人说道，我决定了，这次去那里
我自己去。什么？梅无暇等人一听，先是愣了一下，而后立刻毫不犹豫地反对。陈峰大哥，绝对不行。没错，陈峰，我们绝对不会离你而去，我们要并肩作战的呀。陈峰却是脸色一片坚定，不行，这件事由不得你们，我决定了，这一次只能我自己去，你们都给我回上面老老实实待着。听到没有？陈峰说到后来声音也是非常严厉，若是换别人的话，听见陈峰这般严厉的语气，只怕早就不敢说什么了。但梅无暇和乌林寒等人可不吃他这一套。梅无暇也不说话，只是眼睛汪汪地盯着陈峰，带着一丝弱柳扶风一般的可怜。乌林寒则直接冷哼一声，看都不看陈峰一眼。而青木和雾灵则是抱着陈峰的胳膊可怜兮兮的。陈峰看了只得无奈一笑，刚才脸上强装出来的生气全都消失。他苦笑道，我是跟你们说真的呀，这一趟去太危险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这通道深处只怕有着为数不少的妖兽，而且这一路过去更是不知道有多少艰难险阻。朝歌天子城人多势众，实力又强，可以一点一点的杀过去，咱们可不比人家。咱们这一路过去的话，出现任何死伤我都无法承受，那就是终身憾事。陈峰看着他们脸色非常认真，我有阴阳鬼步，去到哪里都可以轻易脱身，我最怕的是照顾不了你们，所以你们上去好好的等待我的好消息，成吗？众人听了都是心中触动，他们其实都明白陈峰的意思。犹豫片刻，梅无暇当先说道，好，陈大哥，那我就不跟着了，跟着也是拖累。乌林寒冷哼一声，站到梅无暇旁边，也算默认。青木和雾灵虽然是舍不得，但是却也很是懂事。陈峰看了很是欣慰，你们上去等我的好消息吧。他忽然心中一动，把大伙儿叫过来低声嘱咐了一番。大伙儿听了之后都是看着陈峰，脸上露出怪异神色。梅无暇哥哥笑道，陈峰大哥，你还真是能算计啊。乌林寒则是白了陈峰一眼，幸亏我知道你这个人还不算坏，要不然真是被你卖了还要替你数钱呢。陈峰满脸委屈说道，瞧你们说的跟我做了神妖事儿一样，我这不过就是小小算计一把吗？众人都是大笑，纷纷与陈峰峰告别，不过他们也并没有驾驶着青鸾如一舟离开此地，陈峰另有安排。原来就在刚才，陈峰便想出一个计策，让他们留在此地，而青鸾如一舟自己则是继续拿在手中，唯有如此到时候才能走一步棋。这一步棋有可能用不上，但是如果用上的话，有可能就是扭转局面的一步妙棋呀。众人离开之后，陈峰便是缓缓接近了那洞穴。这洞穴远处看着不大，实则高度足足有上百米之多。陈峰一进入洞穴之后，忽然便是感觉身形重重的往下坠了一下，差点就要直接摔在那岩浆之中。他赶紧身体滑落到一块巨石之上。陈峰心中暗自骇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仔细看了一番，便是心中了解。原来在这洞穴之中，在这地底深处，竟然有着一股莫名的力量狠狠压制，似乎上面的虚空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样，那自然就无法飞行了。陈峰看向远处，这通道之中，这片地下通道之中，乃是一条熔岩河流横贯其中，从左蔓延到右，根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落足，而且熔岩之中传来一股股非常危险的感觉。陈峰看到一些岩浆里面有着一串串气泡冒出来，显然下面有一些很强悍的妖兽存在，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杀出来，就好像有什么力量控制着他们，不允许离开岩浆。但陈峰相信只要是落入岩浆中，那他们是一定会出手的，那么绝对不能落入岩浆之中。陈峰心中暗道，他往远处看去，远处视线之中一块又一块的巨大青石出现，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块这样的巨大青石，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专门为了来此地的人落脚的，想必就算是实力不怎么强的人也能够顺着这些巨石一路向前。但陈峰却是皱起了眉头，会有这么好心吗？这密道是谁留下的？
谁不知道？想要进入那核心之处的人，想要进入那星辰碎片旁边的人，会好心到给别人留下这么一条通道吗？陈峰是绝对不相信的。这条路并非是朝歌、天子城等人走过的，而是限于高文自己发现的。但无论是谁，陈峰都不信他们会如此好心。陈峰身形想要漂浮而起，但是他感觉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狠狠地压着他，让他无法飘起来。那力量当头压下，巨大到极点，甚至他不但无法飞行，连站直身子都做不到。那股力量开始疯狂挤压，终于在距离熔岩还有五尺的时候方才停下。陈峰根本无法与这股力量抗衡。本章完。第3964章陷阱。五尺的高度，陈峰只能弯着腰了。陈峰心中骇然，他知道这股力量乃是源自于高粱之山或是那星辰碎片的，所以自己抗衡不了。那为何要硬抗？我不能取巧吗？陈峰忽然心中一动，而就在他这个念头升起的一瞬间，忽然阴阳鬼步的心法在他心中流淌。下一刻，陈峰忽然感觉自己不由自主的便是抬头向上看去，然后他便是看到面前的这无尽虚空之中密密麻麻遍布着一层厚重的土黄色的力量，从他头顶一直蔓延到山洞顶部。这土黄色的力量形成了一个结界，像是一块大铁板一般狠狠压下。陈峰心中了然，这土黄色的结界便是那星辰碎片的力量凝结成的吧。但是忽然陈峰眼前一亮，这是什么？接着他便是看到吗，在那片土黄色结界一般的力量之上，竟是有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缝隙裂缝。这裂缝足可容身。陈峰立刻心中一动，身形一闪，顿时他便是出现在了一处裂缝之中。而当他出现这裂缝里面的时候，陈峰发现自己此时离那熔岩地面只有十几米之高，自己已经可以飞行起来，可以漂浮起来了。下一刻他眼前变幻，那土黄色结界便是彻底消失不见，面前的景色与刚才再无分别。陈峰此时却已是将一切都看得明白，他哈哈大笑，阴阳鬼步当真神意，原来竟是如此。陈峰发现这阴阳鬼步心法运转之后，竟是可以让自己发现这结界的一些缺陷。原来此地并不是绝对不能飞行，只是绝大部分地方都不能飞行，只是有一些地方可以飞过去，但是一般武者却是绝对看不见的。哪怕等级再高，如果没有修炼阴阳鬼步的话，也是绝对看不见的。如果只是撞运气的话，那么撞来撞去撞到可以飞行区域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一点。陈峰运起阴阳鬼步心法，又一次向前看去，便是看到这些土黄色的结界从下面一直通到最上面，深深地蔓延到那高粱之山之中，根本无法用其他方法通过。而自己此时所在的位置乃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缝隙。陈峰看到前面同样有一个小小缝隙，只有而这两个缝隙之间只有一条极窄的通道，自己只有循着这条仅容一人通过的通道才能去往那里。于是陈峰身形一闪，又一次飞往下一个缝隙。于是陈峰便是在其中不断飞行，不断向前，逍遥自在。这结界极大极光，而里面的缝隙则是极为细小。陈峰就像是一只穿行地下蚁穴里面的小小蚂蚁一样。如果此时有外人在的话，在他们看来，陈峰在此地飞行似乎是毫无障碍，可以任意穿梭，还带着某些奇怪韵律。只是陈峰所遵从的所谓规律不过就是这土黄色结界之中的那些小小缝隙罢了。陈峰即是开怀，阴阳鬼步果然厉害。不过想想便也是正常，阴阳鬼步连那虚空之中的空间缝隙都能看得到，更别说这个了，不过小菜一碟而已。陈峰心中暗道，别人在此地无法飞行，我在此地却是可以飞行的，那么这样一来优势就又比别人大了不少，到时候如果被追杀只需要逃入这里。陈峰心中兴奋无比，面对朝歌天子城中人，我论硬实力绝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依仗的乃是阴阳鬼步以及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现在我所能依仗的东西又加了一个。此时
陈峰身形已经是飞到了那第二块青石之上。这第二块青石本来就应该是他的落脚地点。陈峰手一伸，一块石头便是出现，砸向那青色原石。那块石头落在了这块青色原石上的一瞬间，忽然那青色石头一下子便是沉了下去。下一刻，这青色原石所在的地方竟是出现了一道深邃的深渊，周围那些熔岩盘绕着，但是却无法向那里涌动。下一刻，这空洞之中发出一阵凄惨无比、摄魂裂魄一般的声音。这声音陈峰很熟悉，正是进来之前听到的那兽吼声。下一刻，陈峰面前砰的一下出现了一片黑雾，在这巨大的黑洞之中竟是直接飞出来数十只蝙蝠。不对，应该说是数十只蝙蝠类的妖兽。每一只蝙蝠类的妖兽都是不大，长不过一尺，展开翅膀也不过是两尺而已。但是吼声却是极大，震得陈峰耳膜都是一阵生疼，几乎吐血。它们通体灿金之色，而且每一只上面都是有着极其恐怖强大的气势。陈峰感知了一下之后，顿时浑身汗毛都是竖了起来，只觉遍体生寒。原来这每一只蝙蝠妖兽带给他的感觉威胁都是极其巨大，实力竟是不弱于三星妖帝。这蝙蝠的实力竟然不弱于三星妖帝，那就意味着这是足足数十个四星五帝一起飞扑而出啊。陈峰看着这些蝙蝠妖兽，心中升起一股寒意。如果我刚才没有选择飞行，而是继续踏足这块青石的话，那么这块青石坠落这一瞬间，这些蝙蝠类妖兽就会将我围在其中。这一幕陈峰光是想想都是觉得无比忌惮，哪怕实力强横如他，面对几十个四星五帝高手的围困撕咬，在猝不及防之下都是绝不可能脱身。陈峰不由感叹，果然这一条通往那星辰核心的路虽然是正确的路，更是一条捷径，但同时却也是一条凶险无比的绝路，甚至可以说是死路啊。而幸好这些蝙蝠他们的活动范围似乎已经是被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并不能飞到陈峰所在的位置，他们的活动高度也是被压制在了五尺以下。陈峰此时在高于他们的缝隙之中，他们是根本就过不来的。陈峰此时心中一阵凉飕飕的，如果我没有阴阳鬼步呢？陈峰几乎可以预见到其他没有修炼阴阳鬼步的武者的结局。本章完，第3965章，又见神猿。由于他们不能飞行，所以只能踩着那青石往前，那么就会跌入陷阱之中，就算是侥幸从陷阱中逃脱，也很容易掉入岩浆，而掉入岩浆的下场，只怕他也并不比落入陷阱好多少，用九死一生都难以形容了，只怕是九死无生啊。这些金色蝙蝠并没有出现多久，大概只有30个呼吸左右的时间，但是就是这30个呼吸的时间，那片空间之中就已经是出现了无数道细碎的空间裂缝，这些空间裂缝全部是被他们那锋锐的双齿和尖嘴给割出来的。他们竟然连空间都能撕碎，可以想见，如果此时有一个人落在他们包围中的话，那么只怕现在已经成了齑粉了。接着这些金色蝙蝠回到那通道之中，那块青色原石又是重新出现，恢复原样，与刚才并无任何区别。陈峰身形继续向前，又来到下一块青色原石之上，又是扔出一块石头，于是又是一个恶毒的陷阱出现。陈峰一路向前而去，由于在此地他要小心翼翼地寻找那结界之上的缝隙，所以前进的速度并不怎么快。大约用了三个时辰的时间，陈峰才行进了百里左右，但这通道本身也并不是特别长。此时陈峰转过前面一道弯之后，却是发现前方骤然已是到了尽头，尽头则是一个巨大的拱形券门。陈峰迅速地通过了这个巨大的拱门，而一过拱门，陈峰顿时便是感觉自己面前一黑，他面前的色调瞬间由方才那岩浆的赤红变成了现在的幽蓝色。原来出现在陈峰面前的竟然是一片地底海洋，这片地底海洋面积极大，方圆足有上千里之巨，一眼都望不到尽头。碧蓝色的波涛汹涌席卷着，拍击着，看起来跟那地表之上的海洋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这里的浪花就算席卷，最高也只能拍击到离水面五尺左右的高度，依旧是封了个结界。
陈峰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果然还是跟刚才的那通道一个德行，都是逼迫人们贴着水面，甚至是进入水中行走啊。但如果是进入水中行走的话，不知道要何等巨大的危险。陈峰向前看去，果不其然，他看到在前方不远处便是有着一块黑色的礁石，显然是可供人落脚的，当然也极有可能是一个恶毒的陷阱。陈峰不管这些，只是运起阴阳鬼步心法向上看去，果然便是看到在距离水面五尺左右的高度，有着一片碧蓝色的结界封印，跟刚才的封印也没有什么区别。陈峰迅速在其中找到缝隙，急速闪身而去，然后又是来到下一个结界缝隙之处。而当他路过那海中的黑色礁石的时候，也是顺手弹了块石头过去。不出所料，这也是一个恶毒的陷阱，所不同的是里面一条强大的妖蛇。这妖蛇体型并不大，长约百米，约莫有水桶一般粗细，通体黑色，只是气势却是极为强横，比方才那些蝙蝠加起来丝毫不弱。而且这妖蛇似乎是没有眼睛的，陈峰分明就在他旁边不远处，他却看不到，只能是拼命地感知着，四处晃着。陈峰缓缓点头，想必无论是蝙蝠还是这种毒蛇，应该都是本来就生于地底的，本来便是此地土著，他们可能本来并不强大，但是因为那神秘力量而变异，却被一股神秘力量影响，在此地埋伏下来，以作陷阱。陈峰这一路走来，越来越是奇怪，他感觉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莫大的浩大力量在影响着这里的妖兽，好像这又像是陷阱，却更像是一个关卡，一个个考验啊，唯有经历这些考验之人才能有资格进入那核心之处。只是陈峰忽然有种感觉，这设下陷阱之人思维似乎有些单调，陈峰感觉用这个词来形容比较恰当，一路下来就用这一个陷阱，没别的花样的。陈峰摇摇头，将这个想法抛诸脑后。这次陈峰用的时间就比刚才要短多了，此处视野极好，一眼望去裂缝很多，陈峰在其中挥洒的余地便多了很多。约莫一个时辰之后，他便是跨越了这片海洋，而尽头则又是一扇巨大的拱门。陈峰踏入这具大拱门之后，只觉得眼前一花，一股极为璀璨炙热，同时又带着一丝硫磺气息的力量狠狠地扑面而来，让陈峰一时间差点无法适应，而面前也是一下子变得极为光亮。陈峰适应了片刻之后，方才睁大了眼睛，接着便是不由地发出一声感叹，当真是鬼斧神工啊，造化钟神秀不外如此吧。原来此时陈峰面前是一片极大的空间，这片空间比方才那地底海洋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这里给人感觉就好像是把整个高粱之山下面都给挖空了一样。这片巨大的空间高广无比，一眼望不到尽头，那天空之上布满了一片恢宏相间的云彩，而地面之下方圆起码也有十万里之距，到处都是喷发的巨大岩浆，到处都是火山，到处都是岩浆在疯狂奔涌着，一眼望去简直就是一派末日景象。而且陈峰忽然瞳孔一缩，原来他看到天空之上有着数道如同云彩一般的东西漂浮而过，这东西要比云彩更加凝练，而且散发的气息也更加恐怖啊！它们或长或短，长的有上千米，短的只有数十米，但是每一个却都是散发着恐怖的气息。而最重要的是，这东西陈峰见过呀！下一刻，陈峰便是狂喜的大声喊道，这里竟然漂浮着许多神猿，原来那几个漂浮过来的东西竟然乃是神猿啊。陈峰顿时身形一闪，浮空而起。来到这个空间之后，他发现那结界的力量也是消失了，在这里可以在空中随意的飞翔了。陈峰立刻来到那几道神猿旁边，仔细观察着，他没有展露什么气息，因此那几道神猿此时都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漂浮着。本章完，第3966章，49道神猿。陈峰看到这四道神猿之中竟然全部都是火属性的，其中有两道在火属性之中还带着浓厚的土属性，另外一道神猿则是带着浓厚的白金属性。陈峰心中了然，我不知道
这里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神源，但是此地到处都是岩浆火山，又居于地底深处，可能有着大量珍稀金属的存在，因此这里的神源基本上都是金火土三种属性的。至于木属性和水属性，自然是不太可能存在的。他又仔细感知了一番，接着嘴角那笑意便是越来越深。此处的神源虽然属性颇为单一，但是力量却是很强大，比荒古废墟的那些并不差。而我看中的根本不是属性，就是它的力量强横程度。毕竟任何属性的神源，我吸收了之后都是能够化作最最本源纯粹的力量，它是什么属性倒是无关紧要。这个时候，这些神源离着陈峰也已经很近了，他们感知到陈峰身上的气息，顿时一个个就变得狂躁了起来，甚至有一道神源都开始化形，要从现在如云彩一般虚无缥缈的样子化作具有攻击性的猛兽样子，对陈峰进行攻击。陈峰嘴角露出一抹笑意，这边的神源脾气都不怎么样啊。那我就……陈峰音量陡然拔高了，让你安静安静。他根本理都不理会，直接上前一拳，便是将这道神源砸得差点直接消散，吓得这道神源赶紧直接飞速离开。陈峰并未追赶，这几道神源不过是在边缘位置，还比较弱，他还看不上眼。陈峰又是极目向远处看去，便是看到在这片厚重炽热璀璨的天空之下，漂浮着为数众多的神源，绝对不只是自己面前这几道而已。陈峰嘴角展露一抹笑意，而后那笑意越来越盛，化作朗声大笑。这里简直就是我的主场。陈峰并没有说错，这里确实是他的主场，他在这里占的优势太大了。这里到处都是漂浮的神源，而陈峰此行最为倚仗的阴阳鬼步，所需要消耗的就是神源。如果是在龙脉大陆上的话，那么他消耗的神源将会很难得到补充，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陈峰消耗掉神源之后，能够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补上，就相当于他的阴影鬼步能够使用的次数凭空多了无数次。而且陈峰之前早就想要继续吸收神源，只不过是由于离开了荒古废墟，而龙脉大陆之上神源的数量几乎略等于无，陈峰又实在没有时间飞到那九天之上吸收，所以方才停了下来。现在有这么一个大好机会，他又怎么可能不把握住？于是陈峰急速向前，很快又是追上了一道巨大的神源。他毫不犹豫，立刻便是盘膝而坐，在他体内那神像踏天真元境的心法悄然流转，在他头顶之上踏天神像战体骤然之间出现，而后一道道力量如同渔网一般扑洒而下，向着其中一道神源笼罩而去。一个时辰之后，陈峰骤然睁开眼睛，吐气开声，浑身一震，一股浊气在他体内缓缓溢散而出，他整个人精神焕发，感觉从内到外，从身心到灵魂舒畅到了极点。还是要突破，还是得提升力量啊，这种力量提升的感觉当真是美妙。陈峰嘴角露出一抹笑意，现在他体内神源的数量已经是超越之前，达到整整19道了。陈峰毫不停歇，继续吸收。转眼间数日悠悠而过，此处乃是一座巨大火山的顶端，这火山口直径起码也有数千米之巨，火山之中熔岩翻滚，极度的炙热在其中喷溅而出，而陈峰就悬坐在那火山口的正上方，面色肃然，双眼微闭，他的双手则是自然垂下，只不过在那双手之中却是一道道力量涌动而出，如同持着一张巨网一样，这巨网直接深入到那熔岩深处，宛若在捕捉一个猎物。下一刻，随着陈峰神像踏天真元境心法骤然之间催动到极致，忽然他猛地发出黑的一声低吼，双手往上一提，顿时那巨网便是猛地收缩，疯狂地向上提了过来，同时一声狂暴的怒吼也是骤然之间响起。原来此时巨网收缩，展露出了那巨网之中的猎物，这猎物竟然是一头巨大的熔岩巨虎。这头巨大的熔岩巨虎长足有800多米，凶悍无比，而且双肋部位还长着一双翅膀。它本来是生活在这熔岩火山之中，
此时却是被陈峰神像踏天真元镜化作的这强横巨网直接就给提了出来。他在巨网之中疯狂地挣扎着，拼命地嘶吼着，但是却完全没有任何作用。陈峰看着他，嘴角露出一抹笑意。这道神元乃是熔岩之中生成天灵地宝一般的存在，极为纯净，再无丝毫杂质，只有最最纯粹不过的火属性力量。吸收这一道相当于吸收三道其他的神元。陈峰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便是开始急速吸收。随着那大网越收越紧，随着体内力量被抽取而出，这头熔岩巨虎的嘶吼挣扎也是渐渐的弱了，最终彻底被陈峰吸收干净。将其吸收完之后，陈峰吐气开声，只觉得自己体内的神元鼓荡此时骤然之间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极点。现在我体内的神元数量已经是达到了整整7749道了。7749道神元已经是比我之前的神元多了将近一倍啊。陈峰只感觉自己此时体内力量鼓荡充盈到了极点，似乎已经是修炼到了瓶颈，需要发泄，需要突破。他发出一阵怒吼，双臂一震，神像踏天真元镜开始运转，就要开始突破。他的力量疯狂地撞向那瓶颈。本来若是对于过去的陈峰来说的话，拥有这种突破的感觉，突破的契机，又有足够强的力量，那么突破到下一个大等级本来乃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本章完。第3967章凝聚。神元战尊雏形可以轻而易举就将面前的这瓶颈给撞破，但此时他的力量撞击在那瓶颈之下，却是感觉那瓶颈恍若坚不可摧一样，根本就无法将其撞破呀。那力量撞击其上，直接被狠狠地反弹回来。陈峰浑身一震，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出，差点身受重伤。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何竟是突破不了？一瞬间陈峰有些震惊，下一刻他不信邪一般，那力量又是疯狂地向前涌动而去，但这一次却依旧是无果呀。陈峰并未慌乱，只是拧着眉头开始体察自身。神像踏天真元镜的力量在他体内游走，陈峰内视几身便是发现此时自己体内就像是一座高塔一般，那神元的力量尽数被封印于这高塔之上，疯狂地向着塔顶冲击。但是这塔顶却是坚不可摧一般，根本就无法冲开。不，陈峰忽然惊呼道，正确说来不是这塔顶坚不可摧，不是这塔顶无法冲开，而是陈峰深深吐出一口浊气，缓缓说出一句话，根本就没有塔顶啊。原来此时陈峰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向下一步突破，不是因为冲不开这道门，而是因为没有门了，因为无路可走了呀。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陈峰赶紧将那神像踏天真元镜的心法翻出来仔细体察片刻，接着便是一声苦笑，我知道为何了。原来陈峰发现他的神像踏天真元镜此时已经是修炼到了尽头，神像踏天真元镜的心法已经是全部修炼完毕，没有下一步心法，那么自然无法再修炼，自然就无法突破那塔顶了。陈峰起身看向远处，我知道了，我的那神像踏天真元镜的秘籍乃是中天地之灵秀于那神元七宝树之上生出来的，神元七宝树之上的叶子里面每一张都是记录着神像踏天真元镜的一部分，而当初轩辕家族内宗只是抢到了一些残篇而已，连全文的九分之一都不到，剩下的那些则是散布在九大势力其他人手中，现在轩辕家族内宗的这一部分我已经是修炼完毕了，如果想要继续吸收神元，想要彻底凝聚神元战尊的话，那么我就得从别人那里拿到这神像踏天真元镜的秘籍，至于怎么拿来，陈峰嘴角露出一抹笑意，缓缓攥紧了拳头，当然是上门去要，他若不给我就抢。虽然无法继续修炼神元战尊，无法吸收神元，让陈峰觉得颇为痛心，但此时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我这三天以来吸收了30多道神元也该知足了，其实就算是现在可以继续吸收，再吸收下去也会导致根基不稳，陈峰也会停下来歇一歇，稳固一下的，如此倒正好是让他有一个静心的机会。
而且现在有了这49道神元，我的阴阳鬼步的使用次数大幅度提升，生存能力又强了许多倍。下一刻，陈峰便是不再去想这些东西，而是缓缓站立在那里。他的身体之后49道神元全部出现，而后这49道神元开始柔和，开始凝结，开始汇聚。足足三个时辰之后，轰的一声巨响，接着则是一声几乎震撼天地一般的悠长嘶吼之声炸响，陈峰的踏天神像战体再一次出现。只不过此时的踏天神像战体跟之前相比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踏天神像战体的体型已经是比之前大了3倍，现在足足有60米左右的大小了。之前的踏天神像战体虽然强大，但是还能看得出来乃是一个虚的，并未有实体，整个身体那是朦朦胧胧，有些发虚。而现在这踏天神像战体身体表面则是看起来非常凝练，就像是一头食物一样，甚至体表更是多出来许多坚硬厚重带着褶皱的灰色硬皮，而它的身体表面更是多了一片金色的纹路。只不过这些纹路绝大部分都是灰暗的，只有它的两只前脚那里金色纹路才稍稍亮起了一些。踏天神像战体仰天嘶吼，气势疯狂威逼而下，压得这里不知道多少妖兽都是同一时间发出疯狂怒吼之声。一时之间这里的怒吼声此起彼伏，陈峰闭上眼睛仔细地感知了一番。虽然现在我无法继续下一步修炼，但是已经拥有了整整49道神元，这49道神元凝聚成的神元战体已经是摆脱了战体的范畴。陈峰陡然吐气开声，声音浩大莫名，现在已可称之为神元战尊雏形。陈峰眉宇之间自信桀骜之色一闪而过，就算没有神元战尊又如何，我用49道神元凝聚成的神元战尊雏形也足以将任何神元战体都给生吞活剥了。但最让陈峰开怀的还不仅仅是神元战尊雏形的凝聚，而是神元战尊雏形的能力比之前又有了大幅的强化。之前的神元战尊雏形有两大能力，第一是封印空间，第二则是将空间破碎，将封印住敌人的那片空间直接打碎，敌人自然也是死得透透的了。只不过这两个能力陈峰也是用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他实力越来越强，面对的敌人也越来越强，这两个能力已经有些力有未逮，只能封印住3星5帝，4星5帝则是封印不住，那么就显得颇为鸡肋。毕竟陈峰现在的敌人一般都不会弱于4星5帝的。而现在陈峰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现在这两个能力则是各自提升为一级，现在已经是能够将4星5帝在其中彻底封印住，令其无法逃脱。封印的时间更是长达整整一盏茶。而就算是5星5帝在其中也会被封印住那整整10个呼吸的时间。10个呼吸无法挣脱，这10个呼吸足够我做很多事情了。现在拥有了神元战尊雏形之后，我的实力更进一步。本章完。第3968章，又见青铜巨门。哪怕是4星5帝巅峰强者，我也可将其轻易斩杀。就算是5星5帝强者，我也未必要动用天级白龙枪。凭借我的神元战尊雏形就可以与之一战。就算无法赢过对方，也绝对不落于下风。陈峰嘴角荡起一抹笑意，兴奋之极。拥有了这神元战尊雏形之后，就意味着陈峰的实力更进一步。在不借助外物，不依靠天级白龙枪的情况下，都可以与5星5帝出期一战。而现在他的天级白龙枪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这样的实力，对他来说就更是意义非凡。陈峰看向远处，目光之中充满了憧憬。我有种预感，当我拥有100道神元，当我的神元战尊雏形彻底化为神元战尊的时候，那我的神元战尊至少还能再得到一项能力，到时候3项能力配合之下绝对是强悍无敌。接着陈峰便是将神元战尊雏形收了起来，而后继续向前。此地极为广袤，不过陈峰也可飞行，向前的速度并不慢。而且陈峰越是向前，便越是发现这里整个地形其实更像是一个巨大但是并不陡峭的山峰。
自己再从坡下向着坡上面走，地势乃是越走越高的。陈峰心中莫名就有一种感触，仿若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乃是一座神圣之地外围的一座小山坡，而自己现在逐渐往前逐渐往前，则是在向那圣山的顶端前进，有着一种如同朝圣一般的感觉。终于这一日，陈峰从一片峡谷之中飞出，顿时面前豁然开朗，再无他物，他竟是已经到了此地的尽头。而来到这尽头之后，陈峰看到面前的情景，更是不由得震惊出声。原来此时出现在陈峰面前的是一片接天连地一般的巨大峭壁，而在峭壁的正中心位置，竟是一尊青铜巨门啊。那青铜巨门高约百米，看上去厚重无比，上面生着许多横七倒八的倒刺，在周围形成一圈，宛若獠牙。它就那么死死地镶嵌在那峭壁之上，俯瞰着下面这个世界。陈峰看了之后，心中瞬间狠狠地跳了，这里竟然出现了一道青铜巨门，这青铜巨门后面是什么，又通向哪里，这些陈峰一概不知。但他之所以震撼，则是因为这青铜巨门陈峰之前见过呀。之前他在荒古废墟的时候，进入到了师父燕青羽留下来的那个荒古秘境之中，那荒古秘境的尽头也是有着这么一尊巨大的青铜巨门，上面有着横生如獠牙一般的无数巨大倒刺，跟眼前的这门一模一样。只不过所不同的是，这巨门比荒古废墟里面的那扇青铜巨门要小了不知道多少，其体型大概只是荒古废墟那青铜巨门的1%不到而已，而且气势也是弱了许多。两者相比，就如同虽然都是人族，但是一个普通武者与一名强者的区别啊。他心中瞬间升起无数疑问，为何这道青铜巨门会和师父留下来的那青铜巨门一模一样，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这些东西陈峰一概不知。但他知道到达这里就意味着自己的路对了，意味着自己距离那星辰碎片，距离那高亮之山的核心秘密又近了一步。陈峰将那些情绪抛诸脑后，来到那青铜巨门之前，试图将其打开，但陈峰换了无数手段，这青铜巨门却是纹丝不动。最后陈峰的注意力挪到了那青铜巨门之上一个凹陷上面，他嘴角露出苦笑，看来还是需要钥匙，没有钥匙怎么着都打不开是吧，可关键他去哪里弄钥匙。而就在此时，陈峰一颗心忽然砰砰乱跳了起来，一瞬间便是血液加速，连脸色都是有些涨红。他这一刻兴奋到了极点，原来就在刚才他竟是听到了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这里已经几乎接近于那核心之处，接近于那星辰碎片的终极秘密了。那么能到这里来到最有可能是谁，毫无疑问自然是朝歌天子城之人了。陈峰赶紧深深吸了口气，瞬间就是将那激动的心情给平复了下来。此时他已经是听到了那两人说话的声音，竟是来自于这巨门之后。下一刻，这巨大的青铜门竟是发出剧烈的摇晃，发出呀呀的声响，看样子竟是要打开了。他们竟然是在这青铜门里面，他们竟然能打开这青铜门，他们到了哪一步了？陈峰来不及细想，身形一闪便是直接消失。下一刻他则是在数百米之外的一处小小阴影里面悄然浮现出了身形，而他刚离开那里，便是有两个人出现在那儿。若是陈峰稍晚那么一瞬的话，便是会直接被他们发现。而后他悄无声息地顺着那块巨石滑下，来到了这两块巨石之间，这里缝隙极小，下面一步就是那片熔岩海洋，根本就不予被人发现。而此时那脚步声以及说话之声则更是清晰了，最终停在距离陈峰约有数百米的地方。陈峰大致算了一下，发现他们停留的位置就在那青铜巨门之旁，陈峰心中已是大概了然。此时那声音他也是听得更清楚了一些，一共有两人，一个声音粗豪颇为稳重，另外一个则是有些尖细，听起来那粗豪声音的年纪似乎更小一些，但是比那尖细声音的主人却要沉稳了许多，那尖细声音里面还带着几许狡黠奸猾。粗豪声音沉声说道，
涂正清，你可得给我把这里看住了。他的声音变得森然起来，城主大人有令，任何敢来此地之人，无论他是何身份是何背景，那么二话不说，格杀勿论。明白吗？此时，听到城主大人这四个字，陈峰呼吸瞬间便是停滞了。而他的眼中却是有一团火焰猝然之间燃烧了起来，璀璨而又炙热。那涂正清却是一副油头滑脸的样子，笑嘻嘻说道，是是，我听得明白。本章完。第3969章生擎。这一次事关重大，关乎咱们朝歌天子城的兴衰，咱们一定要独占这个秘密，绝对不容许他人插手的。那粗豪声音继续说道，你可别给我懈怠，城主大人带着咱们在这鬼地方拼杀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方才来到了这里。现下咱们一共就发现了这16道青铜巨门。他顿了顿，接着声音凝重说道，有可能通往那核心之处的就只有这16道青铜巨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路径。因此每一道门都是大有干系，至关重要。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带着几分严厉，听明白了吗？那奸细声音默然一笑，赶紧连声说道，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副城主大人，您放心，属下虽然平日吊儿郎当，但是在这等大事上却从来不会犯糊涂。这事儿我也深知其中厉害。他说的倒是挺快，答应得很干脆，只不过怎么说却都是给人一种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的样子。那粗豪声音语调一下子高了起来，你小子可别不当真，再有7天时间，那至宝可就要出事了。为了这件事，城主大人家族等了上万年，城主大人筹划整整50年。若是因为你坏了城主大人的大事。他声音忽然变得冷厉而又带着一丝杀气，老子剥了你的皮。他这话一说出来，那涂正清也顿时有些害怕，赶紧认真了几分，好一番诅咒发誓，那副城主方才放过他。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又是叮嘱一番，方才离开。陈峰只听到那青铜巨门发出一阵呀呀声响，而后又是一阵同样的声响，显然他是打开青铜巨门进入其中了。陈峰心中暗道，这青铜巨门刚才我想了诸多办法都无法打开，看来应该是需要一个特殊的法子，而他们竟然能打开，看这样子应该还不止打开了这一扇大门，可见他们为此确实谋划许久。跟他们比起来，陈峰低头苦笑一声，我可算得上是螳臂当车了，我要面对的是一名超越6星5帝的高手，以及10几个5星5帝啊。不过那又如何？陈峰眼中仿若有火焰在燃烧，反而更是激发了他的斗志，此次既然要分个你死我活，那就你死我活。此时随着那粗豪声音的主人离开，那涂正清忽然呸的一声，一口浓痰吐在地上，刚才那恭敬立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尽的咒骂。他在那里破口大骂，他娘的栾飞栾，你个狗东西，你训老子简直跟训条狗一样，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不就是受那赵浩初的信任吗？要不是老子忌惮你身后的赵浩初，早就把你给直接斩杀了。只不过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有点底气不足，显然他的实力应该是不如那粗豪中年栾飞栾的。接着他则是沉寂了下来，陈峰身形悄悄滑动而出，向着那边看去，然后他便看到那青铜巨门旁边的巨石之上，一名红衣老者正自坐在那里。他满头白发，长长的白色胡子乱糟糟的，给人的感觉很是邋遢，脸色通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异样的亢奋。忽然他站起身来，来回走动，一边走动口中一边低声怒骂，他娘的，赵浩初这个老东西带着他最信任的那帮人在那核心之处等着那至宝的出世，却把我们发配到外围来看门，你们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们喝一口。听他在那里一边抱怨一边叫骂，陈峰大概也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此行朝歌天子城中人过来许多，而他们有10余人在天子城城主府之中，本来就算是实力比较低，平日也不怎么被城主大人看得上，所以就发配过来守着各个门。当然这个所谓的比较低也是相对的，此人的实力也是已经达到了5星5帝初期，绝对不容小觑。此时
陈峰躲在暗处，嘴角却已然是展露出一抹笑意，心中更是兴奋的几乎要大声喊出来。找到了，找到了，真的让我找到这些朝歌天子城众人的踪迹了。除了朝歌天子城城主之外，他们口中的城主大人又能是谁？老天不负有心人啊，我在这里找了这么几天，狼狈不堪，摸爬滚打，终归是找到了呀。原来朝歌天子城城主府众人此时就在这青铜巨门之后的某一处。陈峰暗自惊心于他们取得的进展如此之大，得到的信息如此之多，并且已经掌控了如此巨量的秘密。但同时他的一颗心也是一片灼热，因为陈峰峰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为自己做嫁衣裳而已。天级白龙枪进化完毕之后，就可以斩杀五星五帝，巅峰了，原先只能斩杀五星五帝初期。那红衣老者抱怨片刻，便是摇了摇头，自顾自坐那生闷气。陈峰在远处看着他，目光之中带着一丝思索，轻声自语道，我现在虽然已经到这里来了，已经从他们两人的口中得到了为数相当多的消息，但是却还不够，我还要知道更多。我要知道朝歌天子城有多少人，他们的修为如何，他们都有哪些弱点，以及他们是如何分布的。但是陈峰苦笑，这些话他肯定不会自己告诉我，那就非得将他擒住，好好的拷问一番。擒住拷问，如果被别人知道陈峰此时的想法的话，只怕会大笑出声。陈峰不过是一个三星五帝而已，而他竟然想要擒住并且拷问一名五星五帝。要知道擒住不等同于击杀，难度起码也是击杀的十倍以上。如果说陈峰想要击杀一名五星五帝还有可能的话，那么将其擒住则是绝无可能。要知道他现在的修为也不过是刚刚能够匹敌一名五星五帝初期而已。本章完，第3970章，示敌已弱。甚至连陈峰在升起这丝念头的时候都是感觉极为荒谬。一般来说，只有高出对方一个大等级才能擒住对方，他能做到吗？但陈峰却是并未将这当成一个笑话，他目光深深，脑海之中开始急速思索。良久良久之后，陈峰皱紧的眉头忽然舒展开了，他眼中也是露出一抹轻松之意，轻轻吁了口气，低声自语道，如若是这般的话，那么应当是有七成的把握。七成的把握就已经足够高了。那么现在我需要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则是，陈峰看向那名红衣老者，目光之中闪烁着一片清明剔透的光芒，让他不能传讯给其他人。短时间之内，我如果付出极大代价的话，那么想要将他擒住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他的实力是五星五帝初期，还没有踏入五星五帝中期，如果他是中期的话，那么我就很不好对付了。现在的他，我动用了神渊战尊雏形之后，应该还是能够对付得了的。但是陈峰眉头拧起，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才能让他不向其他人传讯呢？毕竟如果他见有强敌来袭，那么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向其他人报信呀。除非我不是强敌。陈峰眼中忽然闪过一抹光华，他的嘴角勾勒起一抹笑意，已是胸有成竹。与此同时，陈峰的右手悄然转动，将自己带着的那个翠绿色的扳指稍微转了一下，让那扳指显得更加显眼了一点。这翠绿色的扳指里面封印着他的青鸾如意舟。陈峰脑海之中一个计策逐渐成型。此时那涂正清已经是取出一个硕大的青玉葫芦，将其打开，仰头痛饮，一道琥珀色的酒液从中流出。同时他的左手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红漆石盒，将石盒打开，顿时里面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鼻而来，竟是几大块烤制的上等妖兽肉。这几大块妖兽肉都是来源于一星妖帝、二星妖帝，其肉质不但鲜美无比，入口即化，更是蕴含着庞大的力量。他在那里大吃大喝，酣畅淋漓，好不痛快。但就算是如此，他的耳朵也是无时无刻不再轻微颤动着，捕捉着周围的信息，他没有丝毫的松懈。能够成为这一级别的武者绝对不是侥幸。而就在这时，忽然他耳朵一颤，眼中猛地露出一抹极度戒备之色，骤然回头。
那眼神锐利无比，如同两道冷电一般，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哪里还有半分熏然醉意。原来就在刚才，他竟是听到了一个声响，这声响赫然正是石块滚落的动静。此处为何会有石块滚落？为何会有这种声音传来？他立刻向那里看去，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那是一片断崖，断崖下面就是岩浆，那里很是平静，无波无澜，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一颗小石子从石壁之上滚落而下，掉落在那岩浆之中。涂正清则是不动声色，只是缓缓站起身来，他的手也是缓缓伸出，而在他的手中一把火红色的短剑则是出现。他没有发出任何的动静，也没有说话，甚至还大口大口地喝了两口酒。他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让那隐藏在暗中看不见他的那个人放松警惕，他的眼神却是无比清明。而就在一瞬间，他眼中冷厉之色一闪而过，陡然间一声暴吼，给老子滚出来，手中短剑狠狠向前划去。他那把剑长不过一尺，与其说是剑，倒不如更像是一把匕首，表面火光熊熊，就如同一只燃烧的火炬一样，连那剑身的样子都看不出，虽然短小，但是这把剑气势却是极其强横。一剑划出之后，那天穹之上更是爆裂出一道犹如彩虹一般的火焰痕迹，似乎能将这天空分成两半一般，空气之中瞬间温度大涨，而一道凌厉无比的剑气也是狠狠砸出，向着尘封隐藏之地砸去。这一瞬间，那里直接被击成齑粉，而尘封也是被逼得不得不从中跳出来。他满脸惶急地看了涂正清一眼，便是向外急速逃去。涂正清也是看到一道人影从那里瞬间飞出，向着远处急速逃去，顿时得意大笑，小子，还是我逼出来了吧。他扫向陈峰，此时虽然陈峰在逃跑，但是涂正清毕竟是五星武帝，还是能够大致看出陈峰的实力来，当即便一声沈笑，不过是个三星武帝的蝼蚁而已，竟然也敢窥测你家爷爷，竟然也敢打咱们朝歌天子城的主意。他脸上露出一抹狰狞之色，你找死。但接着他便是挑了挑眉，目光中有些惊诧，小子，你速度倒是不慢。原来此时陈峰展露出来的乃是逐日金乌步伐，虽然对陈峰来说逐日金乌步伐已经太慢了，要被淘汰了，但是落在别人眼中，这速度却还是极快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步伐武技。不过涂正清狞笑一声，你再快又能快到哪里去，我要追上你也是轻轻松松。说罢身形一闪，便是向陈峰追来，转眼之间便是极大的缩短了与陈峰的距离，追得越来越近。他脸上神色更是得意，扬声道，小子，我说过你跑不了的。而此时正在前面逃跑的陈峰嘴角却也是勾勒出一抹笑意，因为涂正清根本没有任何要放信号传讯给别人的意思。陈峰轻轻吁了口气，第一步走对了，第一个目的也达到了。原来陈峰的第一步就是示敌以弱，让他来追。对于涂正清来说，陈峰一个区区三星武帝这么弱，若是他还传讯给别人知道，那么岂不是太没面子了一些。现在第一步陈峰已经完成了，然后则是陈峰眼中光芒一闪，第二步。陈峰此时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来，猛地回头，然后他脸上便是露出一抹惊恐畏惧之色。本章完。第3971章，诱之以利。就好像是看到自己和涂正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因此心中忌惮畏惧一样。涂正清看见陈峰转身，哈哈大笑，小兔崽子，我说了你跑不掉的。陈峰此时似乎已经知道跑是跑不掉的，所以咬着牙一拳轰出，看他的样子是想用权势来阻挡涂正清。涂正清哈哈狂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他也是一掌拍出。而下一瞬间，忽然他眼神一凝，瞳孔一缩，原来陈峰此时手攥成拳头向前轰出，那么他戴在右手之上的那枚翠绿扳指自然也是被他给看到了眼里，更别说陈峰刻意让这翠绿扳指更显眼。涂正清看到这翠绿扳指之后，
顿时瞳孔一缩，心中闪过一抹极度惊骇之色。他从这枚翠绿扳指之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横霸道，同时也是极度珍惜的气息啊。他心中陡然之间如狂涛骇浪一般涌过一个念头，难不成这翠绿扳指里面封印的竟是那个东西？瞬间他眼神之中闪现出一抹极度的贪婪之色，而眼看着下一刻他的右掌便是要与陈峰的拳头撞击在一起。涂正清瞳孔一缩，立刻手掌一翻，硬生生地将那股强悍的力道给收了回来，一掌击中别处。陈峰当然拳势不退，狠狠一拳便是将其击中，而后眼中闪过一抹兴奋之色，转身便逃。涂正清被陈峰这一拳打得后退数百米，不过以他的修为自然安然无恙。他看到陈峰的神色，嘴角露出一抹淡笑，这个小小的三星武帝还真以为这一拳是把我怎么样了，殊不知若不是我为了那件至宝，刚才一掌就将他给拍死了。而此时他心中再无任何怀疑，因为陈峰刚才那一掌就是普通三星武帝的攻击力啊。他的眼中下一刻便是被贪婪之色给占据，这小子身上竟然有这么一件至宝，看来要么运气不错，要么就是某个世家大族的子弟偷偷跑来这里。哈，这件至宝可要便宜我了。他咬着牙，满脸都是得意与狰狞。赵浩初，你们这些狗东西把老子发配到这里来，殊不知却是送给了老子一件大机缘啊。那星辰碎片的秘密我无法得到，但是得到这件至宝也足够弥补了。哈哈，他得意大笑，又是向着陈峰追了过来。当陈峰看到他收掌的那一幕的时候，心中几乎要笑出声来，心中彻底安定下来。他知道自己的第二步也成功了，自己今日这个计谋算是稳了，因为若是涂正清没有认出这件至宝的话，那么他是绝对不会收手的。他收手便是意味着他知道这件至宝是何等珍贵，而涂正清眼中的那一抹贪婪也被陈峰给捕捉到了。第二步诱之以利也是已经完成，陈峰当然不能大摇大摆地杀到涂正清面前，然后向他亮出自己手上的扳指，然后再疯狂逃窜。那样的话，就算是再蠢的人再贪的人也会知道陈峰现在是在故意诱敌，所以陈峰必须要装出一副慌乱无措的样子，而且不能主动出现，要装出一副不巧被涂正清发现然后赶紧仓皇逃跑的样子。而显然涂正清此时也是完全相信了陈峰所表现的，在他看来这小子就是刚才一直躲在那里窥探朝歌天子城的秘密，但面对自己也是极有压力，毕竟自己要比他高出两个大等级啊。所以他慌乱之下便是漏了行迹，此时则是要仓皇逃跑。涂正清又是继续向前追上，而此时陈峰有了刚才的空当，已经是跑出几百里远，当然他一直控制着自己的速度，维持在逐日金乌步法那一级别，而不是太快，生怕被涂正清看出破绽。涂正清疯狂向前追上，态度十分急切。哈哈，果然如我所料，陈峰此时看似在非常狼狈的抱头逃窜，但实则心中却是充满了胜券在握的自信。果然不出我所料，像是能够踏入四星五帝级更高境界的人又怎么可能不识货，像是仙于高文那等货色都能认得我这封印了青鸾如意洲的至宝，更别说他们了。而且他见我只有三星五帝的实力，自认为必胜无疑，稳操胜券，所以便直接自己追过来了，而没有通知别人。因为陈峰顿了顿，自语道，如果通知别人的话，那么好处自然也要分润给别人了，甚至像是青鸾如意洲这样的至宝，朝歌天子城城主都未必拥有，那么更不可能落到他手上了。他想要私吞这件至宝，那么就一定会。陈峰嘴角笑意更深，自己偷偷来追我。虽说涂正清乃是五星武帝，但是陈峰逐日金乌步法极为强悍，再加上刚才拉开了那么长的距离，所以足足追了半个时辰，涂正清才逼近陈峰。这个时候两人离那青铜巨门已经是几千里远了，中间更是隔着无数道火山深渊等等，可以说这边发生的一切青铜巨门那边绝对不会听到任何动静。涂正清也是有些急躁，在他看来
自己追这小子追了半个时辰，简直是大丢面子。他忽然咬了咬牙，接着便是一掌，狠狠地拍在自己的右腿之上。顿时，他的右腿之上，一道紫青相间的力量如盘龙一般盘绕着，一股气流急速地缭绕着他，而后发出一声破空厉啸。下一瞬间，涂正清的速度骤然之间提升了数倍，向着陈峰狠狠逼来。眼看着还有十余个瞬间，便是可以将陈峰追上。感觉到身后不断追来的强敌，陈峰一声冷笑，没错，我的天级白龙枪现在是没有办法使用了。我最大的一张底牌确实是掀不开了，但是……他嘴角一勾，似笑非笑，我却还有诸多小底牌啊。不过嘛，他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就先让你将我击败也好，那你就会更加大意。本章完，第3972章，就是现在，到时候我也更容易能够将你擒住。下一刻，陈峰猛然回头，这个时候涂正清已经是追到他身后数米之处，一伸手几乎便可以碰到他了。此时陈峰脸上的冷笑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浓浓的恐惧与震撼。他惊恐无比地瞪着涂正清，似乎对于他的到来非常诧异。而涂正清哈哈狂笑声之中，已是一掌拍出，小子，给我下来吧。陈峰发出惊慌喊叫，想象着被那些自己击败的敌人的样子，拼命地装得更像一点。他胡乱地大声喊着，眼中露出一抹疯狂，双拳胡乱地挥击着，似乎已经拼命了。下一刻，他的权势直接便是被涂正清轰碎，然后涂正清轻飘飘的一掌便是摁向了陈峰的胸口。陈峰赶紧身子一拧，但这一掌也是拍在了他的肩膀之处。顿时陈峰浑身一震，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狂喷而出，身子向下重重的摔去。摔下去的那一瞬间，陈峰背对着涂正清，嘴角露出一抹苦笑，想装得像点儿，还真的是得付出代价啊。这一掌让陈峰气血翻涌，他的那狂喷鲜血还真不是装出来的。陈峰已是身受轻伤，不过由于大金刚罗汉不灭体的存在，他也只是受了轻伤而已，伤势并不多重。陈峰摔倒在地，狂呕鲜血，瘫在地上，浑身抽搐，脸色惨白，动都动不了一下，甚至眼神都有些涣散。当然这就是装出来的，但涂正清可不知道，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小小的三星武帝被自己拍了一掌之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陈峰此时摔落之地，乃是一片熔岩湖泊之间包围的一座小岛，实质上方圆不过数十米而已。他躺在那儿，感觉一阵灼热，而涂正清也是落在他身旁，上下打量着陈峰，眼中充满了戏谑。在他眼中，这小子已是奄奄一息，涂正清自认已经是稳操胜券。他又是拿出那青玉葫芦，狠狠地灌了几大口琥珀色的浓稠美酒。他看着陈峰，带着一丝不屑，默然笑道，小子，见过这东西吗？知道这是什么美酒吗？说起来，你也真是够没有见识的。他嘿嘿一笑，满脸鄙夷，不屑说道，刚才你躲在暗处看到你家爷爷醉酒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你家爷爷不是你能惹得起的，明白吗？他满脸显摆地晃了晃手中的青玉葫芦，这东西里面装成的酒可是堂堂紫金琼浆呢。什么？这竟然是紫金琼浆？陈峰听了之后也是不由有些震惊，这里的紫金琼浆指的并不是某种美酒，而是指的专门为武帝晋级以上强者酿造的美酒。要知道，等闲美酒已经是对武帝晋强者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但是紫金琼浆则是不同，里面有着诸多极其珍贵的药材玉植，这紫金琼浆的罕见程度堪比一品金丹。对于陈峰现在来说，一品金丹并不算什么，他那里数量也为数不少。但是要知道，喝酒可跟吃丹药不一样啊，喝酒的时候就是一直一直在大口吞咽。就拿刚才这涂正清来说，他就在那么一会儿喝下去的紫金琼浆，至少也是有十斤之多。十斤一品金丹，这是什么概念？哪怕是陈峰想要拿出来也是颇为困难。由此可见，这朝歌天子城的底蕴当真是颇为厚重，而且这紫金琼浆也是颇有疗伤功效，
还能增长功力，不只是酒，更是丹药。而后他又是晃了晃那青玉葫芦，哈哈笑道，我这青玉葫芦是一种名为青玉水晶藤的三品玉植身上生长出来的宝物。陈峰听了眉头一挑，玉植乃是通灵植物的等级之一，和妖兽以及武者一样，灵植的等级目前陈峰所知乃是分为八级，而玉植这一级别便是与武器的神兵这一级别，与妖兽的妖帝这一级别所相对应。三品玉植已经是相当于三品神兵、三星妖帝，甚至更要高出。因为与妖兽不同，妖兽可自行修炼，可移动，有极强的攻击力，神兵则是可铸造，可人为来操控。但是灵植这种东西生长极慢，而且很容易被人采摘，被妖兽吞噬，乃至于被自然毁掉，所以成长起来极为不易。像是三品玉植虽然与三星妖帝同等级别，但是其罕见程度乃是三星妖帝的十倍以上。见陈峰脸上露出惊诧之色，涂正清更是得意，在他看来自己猜对了，这小子果然没什么见识，修为也低，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此时在他眼中，这小子既没实力又没底蕴，估计就是靠着运气得了这么一件宝物而已。至此他忌惮进去，既然没背景，那么我收拾起来就更不用担心了。他却是不知陈峰的见识比他高广何止十倍百倍，陈峰去的地方比他多更是不知道多少倍，陈峰只不过是对这紫金琼浆不了解而已。他默然一笑，小子你运气不错，区区三星五帝实力低微，竟然能够得到这么一件宝物。他走到陈峰面前，直接蹲在他面前，毫无戒备之心，毕竟在他看来也不需要什么戒备，就算是这个三星五帝巅峰之时全力出手也不是自己的对手，更别说他现在已经是被打得重伤濒死了。他完全没有将陈峰放在眼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蹲在他面前，而后直接伸手想要将他手上那枚翠绿扳指给拽下来，同时问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件至宝的？跟你家爷爷好好说说。在他走过来的时候，陈峰的呼吸就已经变得极为的悠长缓慢，他不想让自己因为太过激动而被涂正清察觉，并且他还在刻意压制自己的气息。这个时候涂正清低着头向他问话，同时伸手，他的胸腹位置完全暴露在陈峰的面前，没有丝毫的遮挡。陈峰眼中亮光一闪而过，就是现在，就是此刻。本章完，第3973章。那你真是想多了，现在就是我在势敌已弱诱敌已力之后争取到的一个攻击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涂正清对陈峰毫无戒备，他的眼神里面满满的全是贪婪。事实上此时他的所有注意力已经是全部被那翠绿扳指给吸引过去了，他的眼中只有贪婪这一种情绪。也就是在这一瞬间，陈峰眼中有金光闪过，一声爆吼，身体之中大金刚罗汉不灭体瞬间发动，体内数十根青铜色大鼓全部亮了起来。下一刻陈峰便是一拳轰出，瞬间数百亿斤的力量便是轰然爆发出来，没有一丝浪费，全部都砸在了涂正清的胸腹之处。涂正清根本没有任何防备，被这一拳结结实实的砸中。陈峰分明听到一声清脆的骨头碎裂的声音，他身形一侧便是避过了涂正清当头喷过来的一口鲜血，涂正清直接被打飞出去数十米远，他脸上的贪婪之色还未散去便是已经凝固在了那里。他直接被打飞出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脸上的神色骤然之间化作不敢置信与震惊。他盯着陈峰，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竟然还有一战之力，你竟然能够一拳将我击飞。但他终归是五星五帝，能够成就五星五帝的哪一个不是人间，更别说他活了这么些年早就经历过无数的战斗，因此瞬间便是回过神来，他脸上神色立刻就从震惊不敢置信化作了一抹极致的狰狞与怨毒。他盯着陈峰咬着牙恨声道，没想到小子你竟然隐瞒了实力，你的实力比我想象中更强，只怕已经达到四星五帝了吧。但是
他顿了顿，满脸恶毒道：那又怎样？你趁我不备，全力一击偷袭，也只不过是将我骨头打断三根，打得吐血而已。这种伤势，于我而言，不过是轻伤。他的话中透着不屑一顾。你只有这一次机会，但可惜，你已经浪费完了。接下来，就该轮到，你死了。这一拳，虽有数百亿斤的力量，却只能够让涂正清身负轻伤，身体被打飞出去而已。毕竟他可是五星五帝啊。陈峰的大金刚罗汉不灭体对五星五帝的作用还是颇为有限，但陈峰要的也只是他被打飞出去而已。陈峰要的就是他被打飞出去的这一个空间，他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听到涂正清那满是怨毒的话语，陈峰嘴角露出一抹冷笑，突然之间一声暴吼：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死的到底是谁。而随着陈峰这一声暴吼，下一刻一声响彻天地一般的巨大怒吼之声骤然响起。在陈峰头顶之上，踏天神像战尊雏形骤然出现，带着远古苍凉蛮荒霸道的气息骤然之间降临。而瞬间这股气息也是将这周边彻底笼罩。下一刻，那踏天神像战尊雏形冰冷淡漠的眼神骤然之间看向了涂正清，他的两个前腿陡然之间高高扬起，双腿之上无数金色脉络陡然之间都亮了起来，璀璨至极。而后双腿重重踏落，顿时一股庞大浩瀚而又神秘莫测的力量席卷而出，瞬间便是将涂正清笼罩在内。此时涂正清已经是完全回过神来，并且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他悬于空中正要发动进攻，满脸狞笑得意。在他看来，只要是自己这一掌击出，那么这小子就必死无疑了。他现在已经不想再留着陈峰的性命了，将他斩杀之后再将那至宝从他手上取下便是。但就在他要发动进攻的这一瞬间，忽然感觉一股极其浩大的力量将自己笼罩在内，他忽然感觉有些喘不上气来，但是明明他的呼吸没有任何的障碍。他知道这是一种错觉，自己之所以感觉喘不上气来，不是因为空气真的没有了，而是因为他被封印在一个空间里来啊。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本能的便是一掌向前轰出，但这一掌轰出却如同拍在一个透明的罩子上一样，砰的一声，那罩子剧烈的摇晃了一下，但是却根本就没有破碎。他整个人都呆住了，这是怎么个情况？他本能的又是接连轰出几掌，但是这几掌却都像是砸在一个透明光罩上面一样，那光罩一阵剧烈的波动，于是他看到一个六棱形的封印将自己给围困在了里面。随着波动，这六棱形的封印逐渐显出他的本体，但波动消失之后又是重新归于无形。涂正清立刻便明白了怎么回事，盯着陈峰吼道：小子，你竟然将我封印在里面了。陈峰微笑道：没错。一直到这个时候，涂正清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并没有太把这个当回事儿。他盯着陈峰狞笑道：你以为这就能困住我？告诉你，我一拳就会将你这封印轰碎，然后再一拳就将你打成齑粉。陈峰摊了摊手微笑道：那你真是想多了，你觉得这玩意儿能困住我？涂正清不屑一顾。陈峰摸了摸鼻子，耸耸肩，我觉得似乎问题不大。小子，做梦！涂正清发出疯狂的暴吼，一拳又一拳狠狠地轰击而出，但是很快他脸上的表情就从之前的稳操胜券变成惊诧，然后则是化作震撼，接着则又是从震撼化作了不敢置信。原来他发现随着自己一拳又一拳轰出，这光照这个封印不但没有丝毫的破损，而且还在不断的变得凝练，不断的变强。本来只是一层而已，里面是空的，但现在它里面也在不断的变作实体，变得更加凝练。慢慢的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铸到了一块铁里面，被封到了一个岩石里面，不但没有砸开封印，而且连动都动不了了。很快他发现自己除了眼珠
还能转一转之外，浑身上下都动不了了。本章完。第3974章，碎了。他发出不敢置信的狂呼大吼，怎么可能？怎么就被封到里面了？我怎么就动不了了？你小子不过是个三星五帝而已，怎么可能会有如此恐怖的实力？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杀招？怎么可能？我不相信啊。他根本就不愿相信，但可惜不信也得信。此时他就是已经被陈峰封印在这片小小的空间之中了。陈峰看向涂正清，满脸无奈道，我刚才说了，我觉得把你封印住问题不大。你怎么就不信呢？涂正清看着陈峰，满脸惊恐，再无刚才的嚣张跋扈。陈峰这句话让他脸一红，就像是被人扇了一个耳光，颜面尽失。但此时他已经顾不得面子了，他此时已经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的实力极其恐怖，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绝对不容小觑。他盯着陈峰，声音如同一个破风箱在鼓气，你是什么人？你到底什么来路？你可知道我是朝歌天子城的人，你敢动我，城主大人绝对不会饶了你的。陈峰看着他微微一笑，拱手道，在下轩辕家族陈峰，见过前辈。而后满脸云淡风轻，洒然笑道，至于你是朝歌天子城的人，这我自然是知道的。事实上陈峰这次就是冲着你们朝歌天子城来的。什么？你是陈峰？涂正清瞳孔骤然收缩，陈峰的名字他是听过的，他早就知道陈峰实力恐怖，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而当他听到陈峰这个名字的时候，略一思索便是瞳孔一缩，瞪着他厉声道，你果然来了。你说我果然来了，看来朝歌天子城发生的事情，那消息已经传到你们这儿来了是吧？陈峰听他说出这句话之后，便是立刻做出了反应，他早就已经料到会是如此，毕竟他在朝歌天子城做了那么大的事儿，若是朝歌天子城城主还不知道，那未免也就太废物了一些。虽说朝歌天子城城主等人一直没有找他算账，甚至他们都没有在朝歌天子城出现，但陈峰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有要事脱不开身，被绊在了这里。但是等他们找到高粱之山的秘密之后，一定会去找自己算账的，他们一定是早就知道朝歌天子城发生的事了。听陈峰说出这句话来，涂正清立刻知道自己已经是说漏了嘴，顿时为之默然。陈峰看着他微笑说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字，既然也知道我之前做的事，那你就该知道我对你们朝歌天子城没有任何畏惧。小子，你也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涂正清盯着陈峰一字一句道，他毕竟是活了几百年的人，此时也很快也是恢复了镇定，接着想到一件事之后，神色便是变得有些有恃无恐起来。他盯着陈峰狰狞笑道，我倒要看看你这封印能够将我封多久，一旦我解封之时，便是你受死之日。而且就算是你实力再怎么强大，我也可以放出讯号，只要是我讯号放出，那么你就会被蜂拥而来的天子城高手打成一片虚无。陈峰看着他，却根本不将他的威胁的话放在眼里，他只是微笑耸肩，我打赌这讯号你放不出去。下一刻陈峰便是轻轻拍了拍掌，发出啪的一声轻响，而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声啪的轻响随着陈峰的击掌而响起。啪，这处本来静谧的虚空之中却是骤然传来一声轻响，就如同玻璃被打碎一样，就好像是一件名贵的水晶器皿被摔在地上砸了个粉碎。此时在这片空间之中同样也有一件东西碎了，只不过碎的却不是什么水晶器皿，而是那整整一片方圆数米高也是数米踏天神像战尊雏形的力量所封印住的那一片虚空啊。此时这一片已经是从无色透明变成了有些如同磨砂的白色一般的虚空之上，开始出现了无数的裂缝，接着这些裂缝则是急速的变大，急速的蔓延。陈峰峰嘴角露出一抹轻笑，看着那被封印在其中的涂正清，脸上笑容带着几分戏谑与不屑，接着他伸出右手，手掌平摊，宛若拖着什么东西，而后骤然之间则是咔的一下
狠狠捏紧，似乎将什么东西给直接捏碎了一样。随着陈峰做出这个动作，咔的一声，那处空间便是支离破碎，下一刻则是彻底化作无数粉末消失，就好像是这世界这片空间之上被硬生生地抠下来一块方圆5米大小的空间，然后被人摁在手中狠狠攥碎了一样。而空间既然已经破碎，那么里面的人又岂能逃掉？在裂缝蔓延之时，被封印在其中的涂正清眼中便是露出一抹极度惊恐之色，此时他感觉一股极致的危险袭来，而这股危险其恐怖程度足可以要了自己的命啊。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样的攻击？怎么可能能够要了我的命？怎么会？我为何会有这样的预感？尽管不愿相信，但他却不得不信，而且刚才他已经是意识到了陈峰的可怕。随着陈峰那个动作做起来，这片空间彻底破碎掉了，而空间破碎，被封印在空间之中的涂正清自然也要随之破碎。他在这一刻奋起所有的力量，疯狂地向外涌去，疯狂地保护住自己，想要逃过此劫。他感觉眼前一片混沌，接着则是看到一抹又一抹的亮光，而亮光之间夹杂着的则是一个又一个幽深无比的凹陷。但接着他便是惊恐地发现，这哪里是什么凹陷，分明就是无数的空间裂缝。这无数的空间裂缝疯狂地向他袭来，他打出的那些力量瞬间就被全部吞噬，而后这些空间裂缝便是悄无声息地覆盖在了他的身体之上。要知道这片空间破碎，他本就应该随着这片空间一同破碎。本章完。第3975章，接着装啊。他不想破碎，不想死，那就是与这片空间相抗衡，那就是与这片空间所代表的力量相抗衡啊。这种力量又岂是他能抗衡得了的？涂正清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那些空间裂缝就如同一道又一道最狠辣的攻势轰在他的身上。瞬间涂正清全身上下血肉模糊，无数鲜血疯狂涌射而出，而这些空间裂缝根本没有放过他。有些空间裂缝没有感受到他身体的阻碍，又是开始在他的内脏之中、骨骼之中开始翻江倒海。这些说来话长，实则不过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而已。陈峰只是看到随着那片空间炸碎，而后啪的一声，一个如同破麻袋一样血肉模糊的身影便是从中砸了出来，狠狠地落在地上，浑身抽搐着，气势极度衰落，眼看着有进气没出气儿，根本就活不了多一会儿了。这破麻袋一般的身影自然正是涂正清。原来涂正清终归是五星五帝，实力强横之极，挡住了这片空间的破碎，并没有死，但却也是被打得重伤濒死，毫无还手之力。现在别说是陈峰了，只怕是一个普通的五皇境武者他都打不过，他现在离死只差一口气了而已。陈峰嘴角露出一抹轻笑，果然与我预料的一般无二。这正在陈峰的料想之中，他对自己踏天神像战尊雏形的力量很了解，如果要击杀四星五帝巅峰或者是刚刚进入五星五帝的还有可能，但是对于涂正清这个已经进入五星五帝不知道多久的来说，想要击杀他应该还是力有未逮。这也正是陈峰最想要的结果，若是涂正清被杀了，他还无处去问话呢。踏天神像战尊雏形第一次真正拿来战斗，一战便是经验。陈峰心中一阵悸动，身子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那踏天神像战尊雏形也是一下子消散。陈峰嘴角露出一抹苦笑，踏天神像战尊雏形威力固然强大，但是使用一次也是消耗巨大，我感觉我现在一身力量起码去了五成，顶多还能再施展一次。陈峰来到涂正清旁边，只是他却是吸取了涂正清刚才的教训，无论如何都不会那样空门大路，把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他只是在旁边站着，而后看着涂正清盈盈笑道，我说了这讯号你放不出去。涂正清此时心中充满了悔意，这陈峰竟然如此恐怖。陈峰继续微笑说道，能说话吗？涂正清浑身抽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不但说不出话来，
而且他的右手急速地颤抖着，给人的感觉已经是行将就木一般。行，不能说话是吧？陈峰看着他淡淡道，既然不能说话，没什么利用价值了，那我就把你宰了好了。说罢，陈峰便是一掌向他的胸口拍去，这一掌拍出，直接就能将涂正清心脉震碎，他自然也就死得透透的了。此时涂正清骤然睁开眼睛，看着陈峰，喉咙之中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眼中充满了畏惧，不要杀我。陈峰的掌势轻飘飘地挪到旁边，一掌便是拍在他的右手之上，直接将他的右手给拍碎，化作一片虚无。顿时涂正清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抱着自己的右胳膊在地上连连翻滚，哪里还有刚才那动弹不得奄奄一息的样子。他看着陈峰，眼中充满了惊惧。陈峰看着他，嘴角露出一抹戏谑，装啊，继续装，怎么现在不跟我装了？涂正清脸上露出一抹惨笑，看着陈峰缓缓道，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是吗？他的眼神之中更是带着几分绝望。陈峰淡淡道，是啊，我不但看出来你在装，而且我还在看出来你用来通知其他朝歌天子城高手的东西应该就是放在你的右手上吧。原来陈峰早就看出来，以涂正清的实力，自己会叫他打得重伤濒死，但是绝不至于连话都说不出来。果然涂正清是在这里装样子，而且他的右手分明就是试图要传出信号。涂正清满脸惨然，在那里颓然不语，他的最后一丝希望已经是被陈峰给打碎了。行了，陈峰淡淡的，我也懒得在这里跟你废话，我问的问题你若都答出来的话，我便留你多活两天，若是你有任何不实之处，那我立刻将你杀了。是是。涂正清看向陈峰峰，眼中满满的都是畏惧，连连点头。他现在已经是完全被陈峰给收拾怕了。陈峰看着他淡淡说道，第一个问题，你们朝歌天子城来这里多久了？4个月零13天。涂正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陈峰看着他道，现在你们发现了那通往星辰碎片核心的多少条通道？每一条通道你们都找到了吗？涂正清没有立任何犹豫，立刻说道，通道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6条，每一条都已经派人看守了，至于没有发现的，根据城主大人估计至少也还有7、8条之多。有这么多条通道？陈峰挑了挑眉，那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涂正清赶紧低头沉吟片刻，便是从开头说起。于是陈峰便也知道了朝歌天子城众人如何来到这里的。原来似乎早在许多年之前，他们就已经留意到这里了，朝歌天子城城主还专门派人盯着这高亮之山，因此数月之前这里的消息刚传出来之后，他们便是过来了。这一路过来却是极为的艰辛，毕竟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来这里的第一批人，毫无任何的经验，硬生生一路搏杀而来的。甚至他们中间屡次碰到过4星妖帝、5星妖帝级别的强者，还为此而折损了为数不少的5星5帝级别的强者。陈峰听了不由心中震撼。涂正清接着说道，在数月之前，陈峰公子你在朝歌天子城做那些事就已经是传过来了。本章完。第3976章，域外宗门。我记得那日城主大人阴沉着一张脸，一句话都没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回城，结果没想到他第二日便宣布我们继续在此地。有人问起他，便云淡风轻说道，我儿子已经死了，再回去有什么用？难道还能让他复活不成？听到涂正清转述的这句话，陈峰心中狠狠一跳，这朝歌天子城城主绝对是一个不世出的枭雄啊，够狠。而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我们便是来到了那撞击的核心之处，结果却发现那里已经崩塌，什么都没有，而且根本就下不去，没法子之下只好四处寻找，结果果真是被他们找到了一些路径可以通往那核心处。陈峰缓缓点头，至此这个问题便算是回答完了。现在告诉我，你们朝歌天子城城主实力到底有多强？
涂正清听闻陈峰这个问题，眼中也是露出一抹崇敬之色，轻声道：我们朝歌天子城城主实力已经是达到了六星武帝巅峰，几乎要逼近于七星武帝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陈峰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尽管之前已经大致猜到朝歌天子城城主府实力绝对不弱于轩辕子熙，但是却没想到他已经快要逼近于七星武帝了。七星武帝，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概念，这要比陈峰高出整整四个大境界。不客气地说一句，朝歌天子城城主若是要杀陈峰的话，真的就如同一个人沾死一只蝼蚁那般轻松啊。要知道到了五帝境之后，每一境界的差距都是非常的巨大。不过那又如何，我有阴阳鬼部在，有踏天神像战尊雏形在这里，我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一切一切，我又岂会怕你。实力差距越大，便越是激发了陈峰心中的那股子昂然斗志，将这个想法抛诸脑后。而后陈峰盯着涂正清一字一句问道：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涂正清心里咯噔一下，立刻便是知道只怕这也是最重要的那个问题了。他吸了口气：您请说。陈峰缓缓道：现在告诉我，这个星辰碎片之上到底有什么，才能值得你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到这里。涂正清知道自己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不然今日无法活下去。他思量片刻，组织了一下语言，而后看着陈峰一字一句道：陈峰公子，那星辰碎片之上有着。他的眼神都是变得有些迷茫起来，甚至那声音都带着几分梦呓一般：一个其他世界，一个域外星辰的宗门啊。什么？陈峰听了之后心脏狠狠地跳动了一下，一瞬间他的血流疯狂加速，脸色涨得通红，他感觉自己浑身气势都是为之一颤，整个人几乎都要胀得炸开来一样。陈峰感觉自己心脏快要从腔子里跳出去，整个人目瞪口呆，几乎傻掉。他喃喃道：一个来自于域外星辰其他世界的宗门，你是说有着一个宗门随着这个星辰碎片一起掉下来了？没错。涂正清重重点头，看到陈峰的反应，他并没觉得好笑，因为当他们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反应比陈峰更激烈无数倍啊。陈峰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陷入巨大的震撼之中。他早就已经猜到这掉下来的星辰之中绝对是有着非同小可的东西，但是却万万没有料到竟然有一个其他星辰其他世界的宗门随着星辰碎片一起掉下来了。好半晌之后，陈峰方才回过神来，而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顿时整个人就陷入了巨大无比的狂喜之中。老天爷啊，老天爷啊，一个域外星辰的宗门啊，一个域外星辰的宗门啊，这是何等巨大的价值。域外星辰便是和龙脉大陆完全不同的其他世界，这也就意味着其修炼方式、武技功法，甚至于力量本源、力量构成的方式，都是与龙脉大陆上面的武者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星辰之上有可能没有人类，有可能是一群妖兽练成了武者，也有可能是一群植物乃至一些气体、一些光芒练成了武者啊。那么他们的力量运行方式、吸收力量的方式便是完全不一样的。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一座域外星辰宗门的出现，别说对于朝歌天子城，甚至对于整个龙脉大陆，都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可以让整个龙脉大陆的武道更加昌盛几分。而且有可能掉落下来的这个宗门不是顽石，就是一块美玉啊。有可能这个宗门是一个等级远远超越于九大势力的宗门呢。陈峰此时忽然想到当日铸造师协会的那人对他说的话，据说星辰碎片之中有着能够突破进入九星五帝甚至超越九星五帝的秘密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原来这秘密就是这域外宗门啊。龙脉大陆有史以来据说从无一人能够超越九星五帝，但是龙脉大陆上的人做不到，不意味着其他星辰世界的人做不到，不意味着这个域外宗门的人做不到啊。原来突破入九星五帝的秘密就是这个域外宗门的遗址里面
绝对是有着，让我实力突飞猛进，未来不可限量的无上至宝。陈峰感觉自己的心肝都在颤抖，由不得他不激动，实在是因为这个消息太惊人了，而且这也是陈峰现在所极为迫切的。不久之后，他就要去往空桑论剑，面对那些恐怖的敌人。随着龙神宫等这些隐藏势力的悄然出现，陈峰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别的不说，那端木红雨他便不是对手，更不消说空桑论剑之后他就要去往魂殿一趟。魂殿神秘莫测，几乎意味着龙脉大陆最强大的势力，陈峰现在都没有资本与之正面对抗。本章完，第3977章，七日之后。应该如何做？陈峰虽然已经有了想法，但成功的可能却还是很小。但现在陈峰忽然发现自己有可能找到了解决一切的方法，他整个人兴奋的几乎要燃烧起来。饶是以陈峰的定力，也是用了足足小半个时辰方才让自己镇静了下来。而后他看着涂正清缓缓道，你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我。涂正清点点头说道，这个域外宗门实际上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域外宗门的遗址，这个宗门里面据我们观察已经是没有活着的生灵了，但是整个宗门却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看上去就像是里面的人突然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一样。陈峰听了眉头更是拧起，他隐隐约约感觉自己好像是捕捉到了什么，只是却朦朦胧胧看不清爽。涂正清接着说道，之前我们追随城主大人寻找到星辰碎片的时候，我就已经极为兴奋，而当我们绕过那星辰碎片向前进发，用了足足数日的时间，便是看到了那片宗门遗址。涂正清喘了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看到那宗门遗址的时候，我等都是震惊到了，只觉不可思议。他看着陈峰苦笑道，我们当日的表现远不如陈峰公子你，有人兴奋的几乎要疯了，唯有城主大人还颇为镇定，虽然也是激动，但那种感觉就像是之前他就知道这东西，此事不过是印证了他的想法一样。陈峰听了若有所思。涂正清继续道，后来缓过劲儿之后，城主大人便准备带着我们一鼓作气杀入其中，结果却发现那遗址的外围有着诸多结界，只好一个个打开，而到了最后一个结界的时候，就无论如何都打不开了。他摇摇头，吧嗒吧嗒嘴，重复了一遍，根本就打不开。陈峰皱眉道，什么意思？涂正清道，那宗门最后一道结界在最核心的正殿周围，让人无法进入其中，打也打不开。原来如此，涂正清接着说道，但是这个结界只护住了最核心的那个正殿，宗门的其他地方我们都去了，那宗门保存的极其完善，建筑毫无破损，也没有尸体，甚至里面还有一些琼花玉树，虽然凋零，但却凝固在凋零的前一瞬。陈峰听了更是心向往之，他忽然道，我听你们之前谈话说七日之后至宝打开，那是怎么回事？涂正清道，城主大人不但实力强大，而且精通周天推演之术，他花费极大代价损耗五成实力，以身受重伤的代价进行推演，推演得出的结论是这结界根本无法打破，但七日之后结界会自动消失。原来如此，陈峰眼中光芒闪现，那就七日，七日之后一切都见分晓。对了，你是说朝歌天子城城主竟是已身受重伤，只剩五成实力了吗？陈峰骤然眼睛一亮，立刻问道。涂正清自然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满脸苦笑，没错，老朽并未撒谎。陈峰哈哈大笑，当真是天助我也，对方实力大损对他自然是一个极好的利好消息。而后陈峰又是细细问过涂正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他知道的所有消息全部都告诉了陈峰。眼见的他这里也没有什么信息可以透露了，陈峰便站直身子，轻轻吁了口气。涂正清看着陈峰，眼中带着一抹惊惧之意。陈峰微笑道，放心，我不会杀你。陈峰走上前去，直接往涂正清嘴里塞了一枚丹药。
涂正清本来满脸恐惧，以为陈峰这是要毒杀自己，结果却没想到丹药入喉，瞬间化作一股清灵流转他全身。转眼之间，他的身体竟是恢复了许多，连身上的伤口都是开始收缩，根本就不流血了，甚至他体内的力量都在逐渐恢复。涂正清眼神闪烁，我不管这小子打的是什么样的主意，他既然敢治好我，那么他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凶狠，待我实力稍微恢复一点，我便将他给宰了。他恨极了陈峰，之前之所以那么老实，不过是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罢了。陈峰嘴角露出一抹微笑，看着涂正清轻声道，涂正清，你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涂正清愣了一下，摇摇头。陈峰嘴角笑意忽然变得冰冷，因为我如果不让你恢复一点实力的话，我怕这一下你就要死透了。涂正清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下一刻则是化作了一丝极致的恐惧，发出惊恐尖叫，你要干什么？话音未落，陈峰一拳便已是狠狠地砸在他的丹田之上，这一拳直接将他的丹田砸得轰然破碎，他体内的力量疯狂奔涌而出，瞬间此处灵气便是变得极为浓郁。但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涂正清被陈峰直接废掉了修为啊。他在地上疯狂地翻滚着，看着陈峰嘶声大吼，小兔崽子，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当然是废掉你的修为，永绝后患。陈峰看着他摇了摇头，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刚才对我的杀机？涂正清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满眼绝望，充满悔意。这陈峰实力又强，城府又深，我为什么非要想着杀他？我刚才就应该老老实实的，那样也不会落入这般境地了。而后陈峰则是又给他塞了几枚丹药，这几枚丹药直接让涂正清的身体彻底恢复，毕竟他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想让他恢复非常简单。转眼之间，涂正清就已经是身体完全愈合，活蹦乱跳的了，只是他实力却是荡然无存，而且整个人也显得极其衰老，现在他只是一个比较强壮的普通人而已。陈峰又是手指连点，便是直接将其经脉封住，把他扔在这里，而后卸了他的下巴，让他上下嘴无法合拢，但是却又在他嘴中放了一枚丹药。本章完，第3978章，另一个世界留下的遗迹。这样的话，这枚丹药他便无法吞噬，无法咬碎，只能一点一点将其融化，而这枚丹药足够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内都不会饿死。更何况陈峰特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接着陈峰便是将他放入一处极为隐蔽的山洞之中，而后从他身上一番搜索，果然便是找到一枚硕大的青铜钥匙。这青铜钥匙足有一尺多长，造型奇古。陈峰摇头苦笑，谁能够想到如此巨大的青铜巨门要打开的方式只是一枚钥匙呢？如若没有这门钥匙，任你实力通天也无法将其打开啊。陈峰并没有杀涂正清，因为他很清楚以朝歌天子城之人的心计，不可能想不到涂正清会被极强之人突然斩杀，来不及传讯的可能。那么他们一定会设置双重的传讯，第一，涂正清传回消息去，那么他们自然知晓，第二，如果涂正清死了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应得到，所以陈峰绝对不会杀涂正清，而且他还会让他们觉得涂正清活得好好的，那样的话这条路未来还可以成为陈峰的退路。陈峰把钥匙插入进去之后略微转动了一下，顿时便感觉手下一沉，接着那青铜大门便是压压打开。青铜大门打开之后，里面的情景便是出现在了陈峰面前，这里竟是直接出现了一个高广无比的巨大通道，通道的高度足有数千米，宽度也有千米之巨，完全可以把一座山峰装进去。其顶部乃是那种拱形的圆顶，那圆顶之上则是镶嵌着大幅大幅的壁画，这些壁画光滑璀璨，描述的乃是一幕幕的场景，有耕作，有种植，有修炼，有炼丹，有征战，有杀戮，也有朝拜等等。陈峰一眼看去只觉无穷无尽，似乎这些壁画
将一个国家，将一个王朝的无数人的事情全都囊括在内了。墙壁之上则是有着一道又一道晶莹翡翠相间的镶嵌而成的纹路。陈峰一眼看去便知道这不是什么阵法的纹路，这单纯的只是装饰而已。而最让陈峰惊讶的则是那地面之上则是一朵又一朵的黄金莲花。这些黄金莲花层层叠叠铺在一起，互相挤压，有高有低，地面石板一丝都露不出来，竟是一条步步生金莲之路。整个通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光滑璀璨，华美无比。看到这一幕，陈峰整个都惊呆了。他震惊的不是这个通道的本身，无论再怎么光滑璀璨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震惊的是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通道的存在，而且明显这个通道乃是已经存在许久，绝对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建成的。陈峰进入其中便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是穿过了一个气泡，而后竟是将他与龙脉大陆其他地方隔绝开来一样。陈峰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封闭神秘的秘境，而后那青铜巨门便是自行关上。陈峰却并未着急往前走，而是低头仔细看了看那黄金莲花，甚至将其掰下来一块。那黄金莲花的材质看起来与黄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掰开看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赤红色并且颇为粗糙的纹路。陈峰嘴角上扬，仿佛发现了什么，接着他则又是去看那些壁画，看了好半晌之后便缓缓点头落下地来。他一击掌轻声道，我知道了，这黄金莲花的材质看似用的普通黄金，实则是一种名为赤星云金的珍贵材料，而那壁画所用的一些镶嵌材料也都是颇为名贵的。最重要的则是这几种材料在近20万年以来已经是极为少见，只有是在20万年前的那个时代才是经常能够见到的。这也就意味着陈峰看向远处，目光之中带着一丝了然，这条通道至少也是存在了20万年以上的时间了。他顿了顿接着缓声道，而那壁画之上的人物虽然与龙脉大陆上的人族略有相似，但是在各个细节之处，比如说长相，比如说生活习惯，比如说其他种种，都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甚至我看到陈峰身形一闪来到那壁画之旁，指着其中一处，这一处壁画上描绘的场景是一个人正在修炼，而他修炼的姿势则是非常古怪。陈峰轻声道，此人修炼的姿势与龙脉大陆之上完全不同。龙脉大陆之上这些武技功法千千万万，但说到底无非就是练窍穴练经脉，而龙脉大陆之上人族就算外表有所区别，但是经脉和窍穴却是一致的，但他的这种修炼方式练的明显不是龙脉大陆上面的经脉啊。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经脉他的身体构成与龙脉大陆都非一致，那么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陈峰轻轻吁了口气，带着一丝战栗，这条通道这个遗址这个秘境都是其他世界的人留下来的，他们绝非龙脉大陆之人。陈峰一边走一边很是认真地看着头顶之上的那些壁画，将一切都不放过全部收入眼底，而越是走陈峰便越是坚定了自己刚才的想法。终于走出一个时辰之后，前面的通道已经快要到了尽头。陈峰轻声道，现在我基本已经可以确定，这处遗址这些壁画描绘的绝对不是龙脉大陆之上的事情，而是另外一个域外星辰之上的事情。因为这句话上面所描绘的故事是一个王朝崛起的故事，这个王朝他们的大帝崛起于微末，天赋极强，一路坎坷，最终却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称雄了一个世界，将这一个世界彻底掌控。龙脉大陆之上有史以来存在的王朝无数千千万万，陈峰不可能全都知道，但是他看了之后却断定这不是龙脉大陆之上发生的事。原因很简单，本章完，第3979章，终于到了吗？陈峰虽然做不到对于龙脉大陆之上存在过的一切王朝都了若指掌，但是他知道龙脉大陆之上的一个规则，那就是宗门为尊，家族为尊。龙脉大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势力
全部都是家族或者宗门。比如说现在的九大势力，这些势力之中没有一个是皇朝。这壁画之中描绘的一个皇朝掌控整个世界，把其他势力给压得喘不上气来的事情，龙脉大陆根本未曾发生过。所以陈峰敢断定，这壁画上面所描绘的绝对不是龙脉大陆之事。陈峰喃喃自语道，有一些不知来路，极有可能并非是龙脉大陆之人，在数十万年前在这里留下了这宏伟的建筑。而在数月之前，又有星辰碎片自天外而来，撞击于此处。这只是一个巧合吗？陈峰断然道，绝对不。那星辰碎片砸落在那个高粱之山的秘境之中，绝非偶然。甚至这片高粱之山的秘境，他的声音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存在的价值意义，就是为了让那个存在着域外宗门的星辰碎片坠落于此。陈峰一路向前，很快便是离开了这个通道。此时他面前出现了一片极其浩大的空间，就像是整个高粱之山下方都已经是被这一个空间给占据一样，浩大的一眼都看不到尽头，那穹顶更是不知道有多高，只是却不是如之前那般一派容颜景象。陈峰刚走两步，忽然天空之上传来一声巨大的咔啦啦的雷霆炸响，然后无数闪电如雷蛇一般狂舞，瞬间阴云密布，竟是有一阵瓢泼大雨狠狠砸下。陈峰一开始还不以为意，只是那雨点落在他身上之时，陈峰却是感觉自己身上都是传来一阵灼痛之意。他不由心中一惊，低头看去，便是看到那被雨点打到的裸露的肌肤，此时竟然已经是变红，发出嗤嗤作响，冒出白烟，甚至有的地方已经是开始腐蚀，露出了下面鲜红色的嫩肉。陈峰眉头一挑，这雨够厉害的啊，连我这样强悍的体魄都能腐蚀。若是一般武帝境强者来这里的话，被这一场雨淋下，只怕就要化为一片白骨了吧。陈峰暗自警醒，越是往前便越是凶险，切不可大意，这里当真是邪门又阴毒得很。他手一抖，一件宝物便是出现，却是一尊小小盾牌。这盾牌见风变长，很快便是有着七八米方圆，笼罩在陈峰头顶。陈峰暗道，还好我这里宝物众多，有它保护应该也足够了。他继续在这飘渺雨夜之中继续向前。大雨瓢泼，能见度极低，方圆几十米之外便是一片白野茫茫，看都看不清。倒是也有桩好处，陈峰也不怕自己被人给发现了。大雨的范围足有数千里，而等陈峰踏出这片范围，面前的雨帘便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之时，远处却骤然有大风呼啸之声响起，接着便是狂风袭来。这狂风风力极大，刮得陈峰都有些站立不稳。陈峰分明清楚地看到一座座足有几百米高，重达几百亿斤甚至上千亿斤的小山一样的石头。不，应该说不是小山一样的石头，就是一座座小山都被这狂风给刮了起来啊。狂风呼啸，席卷着无数的沙石岩浆，里面裹挟着无数的小山，在空中发出砰砰的撞击之声。瞬间天地间被狂风笼罩，而且那风刮在身上有如刀割一般。陈峰心中骇然，也就是他如果一般的三星五帝的话，根本挡不住这如刀一般的风。此地当真凶险，陈峰心中暗道。不过这对他来说倒不算什么。陈峰接着又是向前，很快当这大风席卷过后，下一关则是无数雷霆构成的一片雷域森林。每一道雷霆几乎都有着将三星五帝强者给劈碎的威能。很快三天时间便是已经过去了。第四日清晨，陈峰身形一闪，顿时便是将地底喷出的一道火柱给躲开。这道火柱这不是很粗，直径约有三四米左右，但是高度却是极为恐怖，给人的感觉接天连地，仿佛连着那高不可见的穹顶，就如同一道摇曳但是极其纤细的烛火一样，又像是一根灯芯在那里摇晃着，但是虽然纤细却有着极其恐怖的威能。陈峰刚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尝试着被火燎了一下，结果他的左臂差点直接被融化掉。陈峰大金刚罗汉不灭体在身，竟然差点直接被融化掉躯体，
可见这地火是多么的恐怖。这一关乃是地心烈焰，这一片区域有着无数的地心烈焰，突然天空中或者是从地底深处出现，稍一不留意便是会被裹入其中。而这地火柱，一般的五帝境强者直接就会被融化的连痕迹都剩不掉，只是对陈峰来说却是颇为轻松。骤然之间，数道地心烈焰从他的身体外各个方位出现，汇聚点就是陈峰所在。眼看着陈峰根本躲不过，直接就要被融化掉，但忽然他眼中变得一片茫然，下一刻身形却是直接一闪，从其中一根火柱的外侧阴影之中悄然出现，然后施施然离开。原来有着阴影鬼步傍身的陈峰根本就不畏惧这等攻势，他漫步其中，悠哉悠哉，轻声自语道：我已经是过了五关了，第一关暴雨，第二关狂风，第三关雷霆，第四关则是陨石坠落，现在第五关便是这地心烈焰了。陈峰往前走了机关，便也大致琢磨出一个门道来。我感觉这片巨大的区域应该是一个环形，分为若干环，每一环便是一关，只是不知前面还有机关。就在陈峰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当他又一次躲过一片地心烈焰的攻击，身形一闪的时候，骤然生出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他感觉自己仿佛是突破了什么，就像穿过了一个气泡的边缘，到达一个新的世界。本章完，第3980章大清莲寺。然后陈峰眼前景色变幻，再不复刚才情景。只不过陈峰并未慌乱，反而心中狂喜，这是已经到了吗？接着他便是本能的阴影鬼步发动，悄然出现在一块石头后面，在那阴影之中出现，而后方才向前打量而去。接着陈峰便是看到了他面前这片死寂的大地，没错，只有这两个字才能够形容这个世界，这片大地。陈峰此时脚下只有一片青灰色，就如同这土地已经丧失生机已经不知道多久，而青灰色的土地向前则是一片草地，这片草地已经是化为一片灰黑之色，不是枯萎了，也不是被烧掉了，而就是这草丛本来该有的翠绿色变成了灰黑色。然后草地尽头则是一条小溪潺潺流过，只是此时小溪的水虽然未曾干掉，但却已经变得漆黑而又粘稠。陈峰看到之后唯一想到的一个字就是死。小溪过去之后便是一片片层层堆积的山脉，而那山峦也是变成了一片青黑之色，山峦之上有着无数的树木生长，一片片的密林，看得出来当年这里也是风貌之地，但现在这片密林还在，树木却都已经是长得非常扭曲丑怪，看上去如同一只只妖魔狂舞。而这样的景色一眼望不到尽头，根本就不知道此处有多大。窒息，陈峰此时有一种几乎要窒息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好半响之后他方才轻轻吁了口气，从脚下的土地之中捧起一捧青灰色如粉尘一般的泥土，轻声道：这里就是星辰碎片吗？陈峰确定这里确实就是星辰碎片，自己已经抵达了目的地，因为这片土地带给他的感觉和龙脉大陆上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啊。这片区域和龙脉大陆的地方相比，充满了一股死气，一股极致的死气。这种死气不是什么人死或者是动植物死了之后的那种感觉，而是就感觉这一片世界都丧失了生机，这一整个世界似乎都死了一样。陈峰此时甚至都感觉到了一丝浓烈到了极点的悲伤，那是仿若整个世界都已彻底破碎的悲伤啊。这是整个世界覆灭的悲伤吗？陈峰恍然若有明悟，仿佛已经明白了什么，他更是隐隐然感觉这片世界对自己有着一股强烈的排斥，甚至不允许自己踏足其上一样。陈峰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果然呢，不想让我来这里，不想让我得到属于你们这个世界的至宝是吗？但陈峰脸上露出傲然之色，我既然已来到这里，哪里还有你等说话的份儿？陈峰毫不犹豫，脚步坚定，一步一步踏前而去。很快陈峰便是更确信了自己没有来错，
因为绕过面前的那片山峦之后，陈峰面前便是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这块石碑并不高，只有十来米而已，雕琢的一点都不精细，看上去就像是从山上挖下来一块大石头，然后随便蹲到了这里，然后在上面刻了几个字一样。只是虽然不高，也没有精细雕琢，但这块石碑却是给人以一种如山峦一般的厚重雄壮的气息，似乎放在这就能镇压这一方天地。而上面赫然有着几个龙蛇飞舞一般的字体，陈峰确信这字体自己从未见过，这不属于龙脉大陆，也不属于荒古废墟之上的任何一部字体。但当陈峰看到这字体的时候，脑海中却是莫名一震，如同有雷电在其中炸响。下一刻他便是感觉脑海之中一股记忆悄然复苏，而当他在看到文字的时候，却一下子就能看得明白了。陈峰心中震撼莫名，他震撼的不是别的，而是我竟然能够看懂，我的记忆之中竟然有着关于这种文字的信息。那么我是与此物有缘吗？还是怎样？我的记忆之中到底又是封存了哪些东西？陈峰心中好奇无比，只不过现在好奇也没有用，还是先看眼前。陈峰语气轻缓，将那文字读了出来。神皇历19643年，无名苍岩创大清莲寺，基业于此。陈峰立刻就被这句话中那六个字给吸引了目光。大清莲寺，大清莲寺，难道这个宗门的名字就是大清莲寺吗？不知怎的，陈峰莫名的感觉这五个字与自己联系非常之紧密，极为的亲切。这种感觉仿若是骨子里传来的。陈峰轻轻吁了口气，感觉那被这方世界排斥的生疏感都是淡化了许多。他抬头看向那远处的未知，轻声道，陈峰，你算是来对地方了。陈峰仔细看了几遍这石碑，若有所思，而后继续往前去。走了大约数千米之后，面前又是出现了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比刚才的那座要精细一些，而且气势也更加宏大，更加磅礴。上面刻着两行大字，无名莲华，承苍岩祖师之传承，与此地厮杀三百余载，敌荡妖魔，斩杀奸邪，将基业发扬光大。陈峰看了，缓缓点头，果然不出我所料。而后他又是向前去，接着便是看到了第三尊石碑，第四尊石碑。每一尊石碑上面都是篆刻着一些文字，而每一尊石碑则都是这个名为大清莲寺的历代执掌之人留下来的。从第一尊一直往后去，时间逐步向后推移，一步一步，陈峰走过这些石碑，仿佛也看到了这个宗门，这个势力在这片妖魔纵横奸邪遍地强者如林的世界之中缓缓挣扎求生，而后发扬光大，而后四处扩张。陈峰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越是往前，这石碑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从粗糙的少年逐渐走向中年巅峰一样。终于在第九座石碑的时候，这气势达到了巅峰。而这第九座石碑也是巨大无比，足足高达9000丈。这哪里是什么石碑？分明就是一座磅礴巨山。本章完。